二十四页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二十五页有没有意见？那个卢明哲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宋黄局长嘛哈，就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本页哈这个目前这个第二项里面哈，机关首长宿舍租金啊，我是建议降啦，因为公务局哈，这次看到你们编预算也是捉襟见肘了哈，柏油预算又少3亿嘛哈，陆平当然不知道怎么推，反正就是移来移去，移来移去，啊移来移去，你该省的要省啊，机关首长宿舍你按照去年一样编了53万2千。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龚局长他因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必须，这个从其他地方来我们桃园来服务，啊，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他一个这个宿舍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不要浪费，这样刚好而已。那你明明住平镇，我们也知道你住哪里。我说，难道你觉得，如果你住富英江或者住真的很远的地方，我真的没话讲，因为我们每天也从中立来，你从平镇那边上交流道也很快嘛，我不太了解了哈。那龚局长从台北从其他那个地方来，对不对？他要租一个这个首长宿舍，我觉得没话讲。你住平镇，你就住平镇，还是你要叫跟平镇的乡亲讲说，我平镇我要来桃园上班，还有我们所有的员工有这么多，包括科长，没有住桃园市的也太多了。不是，我是觉得你真的觉得说你住平镇还要花50几万。跟住台北住其他县市一样编这个宿舍吗？可不可以不要用？可不可以不要用？你就每天回平镇会怎么样呢？一定要住在这边，还是要做招待所？不是做招待所。不是，你住平镇，不是我们都住中坜，我们所有议员都住在桃园市境内了。过去的局长住台北，像很多副市长都住其他地方，那公平嘛？你住平镇，有必要这样的吗？不会，你飞到晚上回不了家的、啊。不会。那你这个可不可以？我们好，这样好不好？我希望说这个部分不要编了，我先搁置了，好不好？好，你再看看有什么样说非要在这边的会议资料什么样情境，好不好？好，谢谢。那个卢议员，你的意思就是要这个预算要搁置是不是？先搁置。好，那个谢三文议员，请那个谢三文议员，你要不要眼镜戴起来？好，那个谢谢主席哈，那个其实哈，卢议员哈，对于那个柯局市长哈，这个住宿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关切哈，那我觉得他也是用心良苦了哈。那在这边呢，我想我不知道我的资讯正不正确了哈，当然局长你可能也不好说。那我想那个黄之锋黄局长哈，的确啊，他是我们的这个平镇乡亲，那我们很高兴他能够回到桃园市啊。来为我们的这个乡亲做服务的这个工作。那我个人的这个了解呢，其实因为公务局啊，他们的这个业务量非常的大，有时候甚至我打电话啊，就是请教他有关于这个地方上道路开辟以及相关建设的这个部分哈、啊，有时候十一点多，或者是10点多，他都还在办公室哈、啊，这个执行公务啊，非常辛苦。那他曾经呢担任过我们平镇市啊金陵华城的这个主委。那我个人了解，后来因为职务的这个异动，到这个那个新这个到台北市去做这个服务啊，那也因为在台北市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服务量非常的多，那所以也不得不舍弃平镇这个乡亲，那把这个金陵华城的这个房子听说卖掉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哈，是不是既然愿意回到我们平镇来做那个桃园市来做服务乡亲的这个工作啊？那其他的科局市长如果住在外县市，那我们为了体恤他们公务的这个繁忙啊，解决居住的这个问题，那我也希望哈、啊，这个卢议员是不是能够支持哈、啊、黄之锋黄局长哈、啊，能够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经费，让他全心全力的替我们乡亲来做这个服务的工作哈、啊。那请各位同仁能够支持哈、啊，谢谢。好，谢谢你。卢议员要不要搁置？还是啊？取消哈？你通过他，卢议员要不要搁置？
那其他人有没有意见？没有，那我们就各自不成立通过哈。第26页。六页。卢议员，肯定是议。好，谢谢主席啊。黄局长，针对本页哈，有两个问题，先问一个好了。就是我想说，这针对于整个你这个费用的一个预算哈，这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我来请教。一般事务费啊，因为在去年预算你特别出现了一笔预算是10万块的，就是可是不是代表市政府还是你公务局参加这个技师工会年会活动服务？那你今年不要了，是为什么？为什么去年有10万？因为参加这个工会逻辑很简单，因为每年都有啊。因为我有问过，这技师工会还没倒。那今年不玩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跟卢议员报告，我们这次现在开始跟技师工会业务上的互动哈，比较少。比照以往哈，我在台北市执行的经验哈，是我们有需要他出席的时候，好，我们才请他来协助。第二个部分是，请他们来我们市政府驻点的时候是义务的。好，这样子的话，对于这那个江局长，这样了，宁愿今年没有编了哈。我在讲这个东西啊，不要编这个政府的预算，是编给桃园市政的一个预算了。不要因为局长因人而异，因为你没有嘛哈，因为过去更没有整笔预算。不要说因为，譬如说过去的局长是因为他是技师工会的全国的一个什么副秘书长、秘书长，他就编一个10万块是来付他自己的钱，我都搞不懂。今年你又不编，你等于自己打他脸，就说更没有这个需要。我只觉得很奇怪啊，但我的重点是在你这个房屋这个建筑养护费里面哈，你500万变成272万，对不起啊，去年227.5万，今年变成500万，多了272万。这个部分哈，因为你这个办公室调整 OA 的整个部分是要调整什么？是你刚刚要租那个宿舍还是？不是，这是调整哪里？我们市政府内部哈，在明年大概到春节，那个新公处会整个移出去，好，因为我们里面太挤了，太挤了。我们养工处今年已经出去了，但是明年所以这个是要装潢新公还养工？就是 OA 办公室整个装潢哪里啊？把整个办公室我们7楼啊，公务局的部分，公务局的部分啊，公务局和新公处整个空间，新公处出去以后，整个公务局的空间要把8楼的空间让给交通局，好，还给交通局。我知道要好好做，因为去年我们编了一大堆预算，迁移的预算，因为卡到一个哪里不能搬，整个全部保留下来。我就觉得你们要想好计划再来做。我们这个已经确实明年通通都可以执行了，不要说一边给你说啊，又有什么误会，因为谁不能走，谁不能搬，这样的留下来对年度预算都不是好事了。是，好不好？那我希望能够这个一定要做到。是，一定做到。谢谢。没事。好，其他有没有意见？没有，通过。好，接下来公务业务。综合规划工作预算金额17亿8968万6000元，页次27到28页共2页，我们从27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27页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第28页有没有意见？好，谢三位议员。好，那个共局长哈。那我想有关于28页哈，就是对特种基金的这个补助哈，也就是我们桃园市有个那个道路基金，因为到时候我们也会审这个道路基金的这个预算啊。可是我看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这14亿的这个预算哈，其实啊，按照道理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哈不支持这笔预算的这个通过啊。可是呢，我现在哈有一些这个数据哈，提供给你做参考，那也让我们各位同仁哈，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就是说这笔预算呢，是不是要如数让它通过哈？因为这个我们道路，就是桃园市的这个道路基金，你从102年到104年哈，那局长可能没有这个数字啊。102年到104年，平均的这个预算哈，大概是19亿4504万哈，那决算数呢是13亿1792万啊。那平均每一年啊，如果这样子加减起来，平均每一年没有执行的这个预算呢，高达6亿2711万啊。那么到104年，也就是去年104年底啊，累积的这个道路基金的这个余额呢，
高达16亿8079万，那104年度啊预算保留数呢就高达9亿1597万哈。那局长，我就请问你哈，我们这个桃园市哈这个道路基金，你除了做这个路评专案以外，你除了做这个新辟道路的这个开辟的这个经费的这个支出以外，就是一般的这个道路开辟的这个经费支出以外，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在编列这个相关预算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相关的这个计划嘛，而不是先有预算，对不对？再去做计划嘛，你这样的话会本末倒置。所以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呢，事实上啊，我们没有做一个缜密的一个周详的一个计划，那以至于造成哈、啊、你在执行的时候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落差。那你这个预算呢，如果到去年104年度预算的这个保留数高达9亿1597万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会造成其他科局室甚至是我们自己局室预算的这个排挤的这个效应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哈、啊，你今年度你依然要编14亿的这个预算作为桃园市道路基金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支出吗？请你局长说明一下。好，谢谢谢议员哦。那有关这个14亿哈、哦，今年还是会编。那关于就是说今年我们会进行哪一些道路工程，我们到基金审查的时候，我们会提供给所有议员参考。你先把它提供给我们啦、啊。可以，你先把它提供给我们议员每一个同仁看一下、啊，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每个议员在自己的这个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啊，他们最能够，就是我们最能。谢谢谢尚玉，那个陈美美议员。谢谢主席。我也是针对那个特种基金哈，这个14亿道路基金的部分呐、啊、哈，因为今年度啊哈，很多这个民众哈在反映啊，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重新铺路啊，挖掘道路的时候，这个铺路啊哈，是采用这个方块哈，就是补区块型的嘛。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会非常的不平整，啊，而且刚才我们有我们谢议员也说到了哈，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像104年度哈，还有一些余额，那我详细的这个编列的部分呢、啊、哈，目前你明年度预计怎样来执行？跟。陈员报告哈，那我刚才报告明年编列的预算，好，我们要执行到哪一些项目哈？特别是对于那道路，道路开辟是另外，道路开辟有一个游戏规则要评分的哈。那对于路评的，就是刚税修的路评工程哈，我们已经都有排好顺序和每一个区有哪些路段哈。我们今年。年底我们陆续就把这些工程发包了，好，那预算一通过就决标，然后明年一开始我们就开始执行哈。那这些项目哈，目前有53条已经排定了哈，我会是可以马上就可以提供给各位议员参考，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去年保留了一些，今年可能会保留一些预算哈，大概3亿多，今年的部分会。移作，就因为我们工程陆续在施工中，大概到明年的2、3月完工，然后验收大概3个月内完成验收，年中就会把之前的保留款都执行完毕。好，以上说明。好，我是希望能够把今年度哈执行的哈这些已经执行的这些相关的哈。道路的部分啊，资料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还有你们明年预计做的相关的资料。是，可以。好，谢谢。好，其他议员还没意见？那个卢明哲卢议员。谢谢主席啊，黄议长，我是这边跟你建议一下啦，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我们郑市长的曾经在选举的时候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政见啦，说如果路不平一年之内啊，他想要怎么样？当我们知道那个是选举语言啦，但是现在路哈，其实。绩效，我们觉得说，你觉得有一些示范道路出来，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远远不足我们十三乡镇大家民众希望的一个期待了。因为我记得我中立市政府最后一年呐、啊，追加了3亿的柏油预算呐、啊，加上原预算大概4亿多啊，那是我一个乡镇市公所，你说15米以上道路，我们大概也花了3亿多。那你想想看，你把13乡镇市公所当年包括桃园当年加起来，当年加起来我们自己铺就10几亿了，啊，加上你们的当年的县政府，至少也要8到10亿啊。所以基本那个年代，就绝对超过足足20亿、20以上的预算。所以我一点都觉得，我是说实在，我看到数字啊，我就觉得我心里已经先凉了一半。然后呢，刚刚其实我们这个很多议员都提到了。你现在这个预算啊，总预算多了大概8亿到9亿了，是公务局啊，是看起来不得了。结果呢，民众最期待的养工处铺路的、啊、基金啊，你现在编了14亿，但去年是17亿，在前年是20亿，你不断的3亿3亿向下掉，哦，这是你今年的一个变状态。再来，养工处的本预算也从去年的9亿到今年6亿8，少了2亿2亿2。所以你要养护工程，我看到的就少了5亿多了哈。那你现在，我第一学期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某位副市长特别说，我说这不要骗人，15米以上的道路有多少？那时候统计一个面积给我，哦，总面积，我说乘以现在柏油价钱，我说铺柏油就好，不要说路平砖了，还要那改善路基的，那更不得了。算起来，我跟你讲，我说一年呢、啊、编个40亿，大概要160到200亿啊。一年编40亿，全部的道路只期待你4年，民众拜托你帮我加铺一次就好，不要2次。结果你现在不越编越编越少，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啊，当你把钱拿到其他地方去征收也没有错了，好，也没有错了。不过我想局长执行力是真的很差。哦，今年我们看到的基金的数字，你们把钱，你们那个科很棒啊，你们就把钱丢进去，执行率就95%了嘛，对不对？你丢进去的实际的钱。到现在，他总基金28亿，到9月30号，你们花了11亿啊！今年的钱基金还剩17亿，我不知道民众在那边期待，然后也给你的那些钱，你在年度里面用不出去，然后明年就越编越少。局长，我跟你讲，钱根本不够，把所有道路整个铺一遍，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哦。是，是。蔡万演，请说3分钟。啊，谢谢哈、啊。那个局长，我请问你哈、啊，我们公务局哈、啊，养护的道路是几米以上？15公尺。15米哦，对、欸。是。因为刚刚卢议员有提到说，以前乡镇市公所编了多少？目前15米以下一样编在乡镇市公所，对不对？是。所以基本上是 OK 的啦。好、欸、啊，第二个就是说哈、啊，我们在乎的是所谓的这个马路哈、啊。不要重复的一直乱挖，我们目前有做管控嘛，对不对？有嘛哈，是。所以说，因为去年编17亿，今年14亿，前年酸低泥了哈，选举那一年编了20亿，好，那一年这个大家要知道，选举那一年哦，那个马路行铺的比较厉害嘛，所以说我们只是落实的去做了，好不好？是好了，谢谢哈。那我希望说，我们在做这个管挖的动作，还有做我们的铺平的时候，能够协调一点，好不好？是，不要那个重复浪费，好，谢谢哈。是，我也报告啊，我们，虽然少编了3亿，但是今年会有保留啦。我想移过去，那因为我也在抓这边的执行力可以执行多，执行的量可以执行多少，所以虽然少编3亿，但是我今年刚好保留3亿移过去，是对道路的。路平专案这部分哦，经费是没有减少的。好，以上说。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好，谢谢，请那个陈志谋议员。谢谢主席，那个我请教你们看哪一个单位啊？就是我们的柏油是马路啊，哎，那是在社区里面，社区没有管委会，它是现在是开放型的一个社区，那马路的下面啊。马路的下面有那个类似好像是跟化粪有关系的那个水管在里面，污水管那已经爆裂了，爆裂了，那现在可是它爆裂之后又影响路面嘛，是，那我们的公所去了之后跟他讲说马路我会铺，里面的你们设计要修理，可是他们那个设计没有管委会，
没有人可以筹措这个经费来修理，那这怎么办呢？那我认为他因为他没有门禁，而且他没有管委会，那里面你说马路我来修，马路怎么修啊？你那水管没有先弄好，马路怎么修？那个你看这个要怎么解决啊？陈议员跟您报告哈，就是说，这个在府里面，市长也有给我们政策指示哈，对于就是说，我分三部分说，封闭型的社区哈，以后对于里面的公共设施的管理哈，只能做紧急的抢修了，万一有树倒下来啊，或者路有洞，我们帮他补一补，这种紧急抢修可以。好，另外一种开放型的是可以去帮他做，一般就公共设施的维护，但是，再来就是半封闭型了。半封闭型就是所谓说，经过区分所有权的大会通过，他同意开放给大家走，但是他们会有，比如说晚上10点到早上6点，的一些。门禁安全管理，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禁止人进出。如果他也帮我们做巡逻的工作哈，签订行政契约以后，我们也可以去做。那这样好不好？是，我也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你会后派一个人跟我联络 ，OK， 是专门研议这个问题，好不好？是，好，好，谢谢。第二次发言还没意见，通过。好，接下来。交错了，接下来，公务业务采购管理工作，预算金额337万6000元，页次29到30页，共2页，我们从29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请问第29页有没有意见？好，轮名这一言。谢谢主席啊，因为去年发生一个这个大事情，我想请教采购科长现在哪位？采购哥，你那个。那去年那个，那现在预算给你的话，你博悦要怎么发包啊？去年刻意把所有的预算多到5000块以下，然后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前年采复式绝标，每一个人不能通吃，去年就变成说单一绝标，那现在这个部分，这样啊，局长，你说明天要怎么弄？明天还是这样搞吗？会。明天怎么弄？你再宣示一下嘛，因为采购科长在这里，我们要审他预算。去年加了2个人之后，发觉这个问题更多啊。这个明年哈会比照过去，不是今年啊，会采那个复数结标的方式，每一个厂商最多得2标这样子的方式。那因为这是考量说我们沥青的厂的供应的能量和动员的能量哈，有时候紧急抢修等等。的考量下哈，其他的县市也对啦，要这样做啦，因为哈，桃园市的幅员广大了哈，从那个南铺到北啊，如果说真的你说哪一家再强，我也没意见。可是问题，你一家的部分总是三五个人来处理整个柏油的部分，一下完雨，路都烂了。但希望同一时间一起来的时候，你希望透过你的招标的制度是最公平的、最守法的，但是是最有效能效率的。有很多厂商在不同的位置，南区、北区，甚至东西区都有不同厂商。在雨后啊，不是春笋啊，雨后烂路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同一时间出来。所以我希望采购科今天在预算的时候啊，因为去年增加2个临时人员啊，议会也非常支持啊。我们希望说能够增加人力之后，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那当然需要你们这个主管啊，局长也好，处长也好，是来支持啊。是，谢谢刘议员，好不好？希望说按照你这个方式，在新的年度来做。好，谢谢刘议员。29页还没意见。好，通过。抱歉，稍等。稍等。好，苏建林议员。那个局长，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在上次啊，这个。单位质询的时候哈，交通委有提到，这个我们这个铺马路的这个工程哈，这个抢修的工程哈，这个你们，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在明年度能够做修正啊。刚鲁议员讲到，这一次呢，你没有用复数绝标，然后几乎桃园所有的，包括你整个桃园市政府公务局的，包括你各区公所加起来80%的业务啊。全部都给一家拿走了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更发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啊，
你原来在你合约上规定，你每一个区都要有一组人在做巡修，十五米以上的马路跟十五米以下的是分开来的。那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区你最少都会有两组人，对不对？一组是负责十五米马路，十五米以上的；一组是负责十五米以下的，对不对？是。每一组都有两个人，那也会有四个人巡修员在整个这个区域内做巡修。可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啊，被我抓到啊，对不对？被我抓到，你们公务局，你们自己连一个稽核机制都没有，你们都只有代号，说啊，这个他的这个巡修人员，我们只有代号。然后结果发现十五米马路、十五米以上的马路跟十五米以下的竟然同一个人，然后竟然还有同一个人，他又跨平镇又跨龙潭，哪有这种事？一鱼好几吃，对不对？所以未来你不单单是你整个的招标工程，你要重新做过设计，啊，你采复数决标，然后而且我们认为啊，你也不能够规避啊那个重大工程的采购啦，每一个案子把它切在五千万以下。对不对？这就不用报公工程委员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哎，这叫司马昭之心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以前的那个模式，在103年那个时候，104年的那个模式，其实是比今年105年好太多了。应该要沿用那样的一个方式，五千万以上，然后呢，复数决标。另外，我们要求在执行的时候，你每一组人，这个车号。一定要把它列出来，你也不要一台车吐整个桃园市，对不对？我们的规定在招标文件上规定，它其实就是一台车负责一个区的嘛，对。那你车号要出来，人名要出来，而且只要抓到你们的那个处罚机制，我觉得要列在你们的招标文件当中，啊，否则的话失去这个意义。我们在抢修工程，就是尤其这个马路这个补修修补工程。这个就是在抢时间。那你如果一个人一台车可以吃好几个区公所，那要这厂商要干什么呢？对不对？是对于苏员要提到说对那个人员管控的部分哦，我会加强。那我希望能够把名册都要建立。好，第二十九页有没有意见？没有通过。三十页没意见，没有通过。好，接下来公务业务景观暨防灾工作，预算金额2亿2574万，页次31到34页共4页，我们从31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好，31页没意见。好，通过。32页没意见。鲁明哲议员。好，谢谢主席。局长，这个请问一下，那个景观工程科长是哪一位？科长，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我请教科长好了，因为你是这目前所有公务局里面目前看起来执行率最差的，我要确定是说你的上级指挥差，还是政策差，还是你个人的能力还没适应，还怎么样？为什么去年的预算是最少的嘛？前年6.2亿，当然主要是征收桃园的这个公二四。那去年才1.6亿啊，比明年还要什么？对，今年才1.6亿啊。那1.6亿，你到了9月30号，你只分配啊，计划用掉了5500万，只用34%，也就是最后我不知道还有1亿多，你是最后3个月要用。那其中你执行掉已经付钱的才1800万，你的执行率才3成多啊。那如果1800万来回推给总你今年该去执行的1.6亿的话。你的执行率才11.2，哎，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你能不能说明一下？嗯，好。因为你明年要跟钱要更多，那是不是捅三个两层还是怎么样来符合你的执行率？发生了什么事？好，那个跟议座报告一下哈，因为这个我们科室是104年其实才成立的哈，那成立起初，那其实针对很多业务跟区公所这部分的划分哦，其实还没有很清楚了哈。然后经过这一年多的来的相关的一些业务的划分的部分，好，科长，好，我知道，就很辛苦，那民众等得更辛苦，我也不太懂这个执行率。那请教你啊，还是那个旅游耽误到你时间了、啊？我请问一下哈，你在今年度我在讲这个执行率嘛，要不要统三的问题嘛哈？你去年国外旅游到韩国考察了哈，7天16人嘛，啊，请问一下那个在座公务局的，眼睛
拜托投台一下。啊，有参加这一场韩国建设之旅的，请举手。还没有去。那个到现在还没去。卢院长跟你就是要等完议会审查再去是吧？卢院长跟你报告啊、哦，真的您也点出问题。我们这新因为组织修编新成立的科室哈、哦，它业务上真的出一点问题。在去年到现在换了五位科长，我来以后他就是科长，到现在哈、哦、已经稳下来了。这科室成员也都稳下来了，平均1.55年的年资而已，所以。局长，我知道了，我今天不是在责怪谁。我报告一句啊，就是说今年的预算哈、哦，已经都完成设计的，年底都陆续发包，明年中都会完成。所以那最主要还有，他要协调。我怎么听起来你都是明年中才完成啊？对，给你一年，你要用一年半。不过我也有点在这个想法，那你年底还要去吗？116，他现在是执行率只花了1800万，执行率好，总执行率算到30%啊，那你还要？还要去这样的考察吗？是不是手边的工作要把它先做完？你值得你去思考一下哦，好不好？但是执行力真的有问题啦，那你后面扛责任的科长你就多辛苦。好，谢谢苏翠玲苏议员。哎，那个局长，对，30而已。你刚刚这样解释，我还是有点疑惑哎。为什么说有点疑惑？因为你说这个景观工程科它是。这个业务重新再做调整嘛，对不对？104年成立，可你104年的决算就有5亿多啊，你104年决算就5亿1100万啊，对啊，决算哦，对不对？表示你104年你执行了5亿的这个工程啊，然后结果你到105年你才变1亿6，结果到现在你才执行了大概30%。可能不到30%的这个预算，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106年你要编2亿2500万，那我就、欸、那我就真的蛮怀疑哎。那2亿2500万是2年度的预算了、啊、哈，是100没有啊，106年啊，你现在106年你就要编啊，你本年度的预算你就是2亿2500万啊，所以你是说编错了是吧？你这是要分2年啊，那所以就三一半就对了是不是？哦，对，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哎，是指刚才卢委员提的那个不是、啊、不是，我讲的是整个、哦、是全部，对啊，我讲的是全部啊，整个你这个景观科的全部的预算嘛。我也报告哈、哦，当初有一些决策上的事情拖到了，所以我们的他的规划设计案哈、哦，几乎都到可是如果6月7月才开始陆续的结标，造成局长，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104年就成立。104年，他们还执行了5亿1000万的预算决算哦。那你现在105年，你说有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可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政策上的问题，其实在上半年就已经解决掉啦。所以你几月到任的？我是6月20号。对呀、啊。6月20以后，所有的规划设计才发包，规划设计所占的预算大概只是设计整个工程费的大概。5%到10%以内的，所以现在年底陆续完成要。可是如果哈，其实我个人是很疑惑啊，就如果今天一个局长啊，他的政策走向哦、啊，就可以影响一整个局，那我会觉得哦、啊，你这个局里头的这个公务人员呢、啊，他的专业能力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们说哈、啊。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政府机构啊，它其实应该是怎么讲？大家都要顺着那个制度走，你才不会因人而废事嘛。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本身你这个科里头的人，他还是有问题啊，对不对？否则按照规定，你就要按照那个步骤，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啊，这边的经费啊，这个景观科的经费太高了哈。那既然如此啊，我觉得。因为你今年已经执行成这样嘛，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完毕，那你明年还有2亿2500万这样的预算啊，我觉得。
那个请教那个苏远清，你要删除哪一项？整个科的一半是不是？1亿。有没有人复议？没有哈。没有人复议就不成立哈。其他人还没意见？董明生议员。其他人先呢、啊，没关系，我。那个，你还没人发言。苏议员的案子有没有人复议？请举手。没有哈。没有就通过了哈。那个许顺义议员。啊，谢谢哈，好。好，谢谢主席哈。我想请问你一下，0303那个啊、编的那个1000万哈，在吴九统山的时候编的1000万的工程道路开辟会哈，是今年编1000万，明年编的1亿。那你这样一年106年，你1000万够用吗？嗯，那个局长，跟徐议员报告啊，就说我们吴九统山是1亿1000万的连续预算，因为第一年他只要用。大部分是用在设计，嗯，哦，到年中发包，然后到明年的，哎，到107年的10月完工，好、哦，这是，哎，我们编预算编连续预算。你知道它面积有多大吗？啊，局长，面积有多大？你知道吗？我面积23公顷了哈，我跟你讲哈，23公顷，开辟应该有21公顷啊，那你道路在施作的时候，我想说你经费。你一年的规划会，那明年只编一亿还是不够啊？因为你道路征，你整个连外的道路还有土地的征收，土地已经征收完毕了吗？土地征收正在进行哈，正在进行，要到明年的年中才会取得土地。因为哈，那个有当时我们在做代表的时候就已经编列了，第一个就编列了4亿7000万，那我们市政府再加4亿1000万就是9亿多，那九亿多你今年哈，我想说你只编了1000万，那我想说是不够的。对，那你只有规划会，规划会吗？不是。那个除了规划以外，工程也会在106年发包。好、哦，那个只要额度有1亿1，好、哦，我们可以到时候不够预算执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内部留用，然后以后再规定。局长，我想是这样啦，你今年编跟明年编，我想你第一年的1000万真的太少了啦。我想说哈、哦，你有没有这个是不是能增加的？是不是可以增加？不可以嘛哈。哦好，那够用好，你只要你说够用，好够嘛哈。啊，第二年1亿，你要开辟的道路跟详细的啊资料，应该要给我们芦竹区的4位议员。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桃园芦竹区的后花园。我们大概年底之前会去办说明会。年底之前说明，那我们一定要通知我们4位议员跟区长。一定会通知，一定可以吗？哎，选区议员一定会通知。一定会通知哈。那开会地点是？再决定吗？还是怎么样？到时阵甲芦竹区公所协商一下，做看选伫倒位。无啦，你爱温小张啊，就你一定会通知啊，一定会有正式的通知啊。正式的通知哈、哎，会有正式的公文。因为我在认为说，这个只编1亿1000万应该是不太够啊，因为它面积很大嘛。啊，你要征收的只道路开辟使用，还有计划会。征收是另外的。我知道，我是说你的工程费用只有1亿1000万。那个徐演，因为我上礼拜六也去现场走了一趟哈、哎，那个。这个是一个生态的公园哦，对，它不能做太大规模的整个把它。主要是那个步道啦，还有一些就是休憩的地方嘛，是不是？哎，步道。还有景观的部分嘛，对不对？对对对。好，谢谢。好，谢谢。那个第32页还没有其他的议员有意见？那个罗明哲议员。好。谢谢主席啊，第二次发言嘛哈。发言。那个。局长，本月倒数第三项的预算哈，因为今天非问不可，因为哈你这个编法哈一编是2年，也就是说106、107年2.75亿啊，2.75亿啊，今年先编了1.46亿，剩下明年补编，代表什么？代表说你的计划性的一个补助哈。我请问一下，这2.75亿啊，因为我们这边13乡镇都在这里，你直接说，因为2年就做这么多的碑塘跟公园，你直接讲。哪几个？2.75亿，现在选定是哪几个？请念出来。念哪一区？哪一个公园或者碑塘？那我要知道一下，我回去跟乡亲讲说，
我们没排到了，任内都没有排到，因为你名，请念一下。我念一下哈，这个什么区？有那个八德区的儿三十二公园。好。那个、还有杨梅区的三民普兴，还有博公岗公园的天幕了哈。嗯。还有桃英及福安公园的公厕设置哈，以及平镇区那个新市西绿美化工程，好。那还有八德区的儿二十七公园，那桃园区的国丰三街、和强十街的公园绿美化，好，新屋皮的改建，还有 A22站，中立 A22站的那景观改善工程，总共这总共所以其他都没有了哈，这总共是1.4。其实局长，其实我刚刚还真不敢删你预算了，因为我已经连骂了2年了，你没事把城乡局的景观公园拿过来到你公务局做什么？我跟你讲啊，我是讲句真难听点，你把它位置摆在小三小四位置都还没有到，你编那个预算做什么？以前在中立市公所编征收一个小公园，我知道多少钱啊？你没有，你现在一般的一个公园，像中立市包括其他地方，你给人家划了20-30年的公园用地还没征收的，我说现在中立跟平镇至少有20个公园以上，照现在你刚刚念了半天。你的任内到市长任内都吃方便面，都是方便的，我就修一修改一改，杯糖不要钱拿来改一改，我觉得能不能负责任一点？我已经第三个会议在讲了哈，明年度还有个机会了，好不好？你南北区各找一个公园预定地，就像你第一年编给桃园公二四412的征收经费，我觉得是应该的嘛。那你现在接下来2年都没有编这样，我觉得。真正的公园预定地符合都市计划的一定要做嘛，虽然要经费难做，你一个一个做也是有洞。那照这样讲，我106年预算，你全桃园的公园预定地没有一个你去征收你要去做的，我觉得你景观工程科要朝这样的全部吃方便面啊，避堂做一做，不要钱做一做，我是希望说你再想办法能够好在最后一年，南北区各做一个公园一定地，把它做征收，好不好？好，第32页还没意见，没有，好通过。第33页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通过。34页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好，接下来公务业务，品管及劳安管理工作，预算金额591.5万元，页次35到36页共2页，我们从35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35页有没有意见？好，卢明哲、卢议员。谢主席，局长，我想这个品管劳安科啊，当然不是你的问题了哈，因为新成立。去年前任局长就成立了，是成立的效果怎么样？感觉发挥如何？品管劳安科哈，除了督导公务局的工程以外，也有本府其他机关的工程哈，也有去协助做一些检视和那个技术性的服务。那个你是代理科长吗？是吧？我是科长，正式科长哈。是科长，那个现在怎么样？你一个人带6个月评估，感觉怎么样？没有，有没有那个北海游龙的感觉？我们约聘顾哈，去年感谢议座给我们预算，不是我，这议会哦，就是整个议会。不，因为这样啊，因为你这个科哈真的很怪，很怪，就一个人带6个约聘顾人员哈。那我讲科长，6个约聘顾，我们去年很多议员再三强调，既然是品管劳安，他要有相关科系的学历。请问一下，这6个人分别是什么学历？都是土木建筑。都是什么？都是土木建筑，还有。相关的有没有劳安品管的一个这个资历证照？资历证照哈，我们有进来的有，还没有的是，因为补很久，就是为了要证照补很久。那有的部分我们会自己在做训练。不是我跟你讲啊，你既然品管劳安嘛，他不是要走建筑师嘛，他有一个他专门的领域，你知道吗？有。现在包括清洁队都有一个专门的劳工安全人员，每天要去受训啊，那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跟他学校学建筑系学营造。那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品管劳安，那你这个部分，你品管有品管的一个，它能够控制，你应该要取得什么样一个认证执照？你劳安也是一样嘛，
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是希望如果你这六个人哦、啊，因为他的平均的一个薪资啊，我想那个你们预算的薪资从六万二、五万五的都有。其实年轻人是真的蛮羡慕的啦。哦，我也希望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啦，或者说有关系的人啦、啊，是真正的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些你刚刚讲说都是什么建筑啊、公务方面的，但是品管、劳安是管人啦、啊，哦，那品管有他的一个证照，我想这个部分啦、啊，我希望你们在一年以内，把这个已经招募的人，他该学的、该去拿到的证照，把他拿到。他才可以出去管人嘛，局长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品管有品管工程师，对，然后那劳安也有劳安工，所以你要编预算给他们，让他们去一年以内学到这些东西，才可以每天到公共工程到其他地方，对不对？比手画脚也好，人家比较不会给他吐槽啊。有已经有派去受训了，如果还没有拿到的话，我们一定会让他们拿到证照，谢谢。好了，我是希望真的要专业了哈。是。好，三十五页还没意见，陈美美一言。黄婉如一言，对不起，视力不好。查一下嘴。我跟你讲哦，那个你们的预算哦，今年度105年的执行率哦，到目前为止哦，只有16.9哦。那为什么你们的执行率那么差？对啊，因为这个牵涉到，因为去年哈、哦、核准这个预算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议会这边也，比如说。正式人员如果有补进来，约聘雇原则上就不聘用，所以在这个要权衡这个正式人员跟约聘雇的一个进度的一个部分，还有刚刚讲过的，来的人都必须要有土木建筑相关的背景以上，我绝对不能用一般没有工程的那个背景。对啊，就要都一直找不到人，是不是？真的是比较难，坦白讲，骨卡难。第二个就是我们正式人员那个最近才好，那还有哦，那有的补到，有的没补到，还有没补到的。好，那你们只有执行到16.99，那剩下的那个80%多的预算要怎么办？那个还没有执行的部分，导演有报告哈、哦，业务的部分他们都执行到80%以上了哈、哦，就是刚才提到，约聘雇人员的禁用是慢了一点，所以那个薪资不是啊，你人事费也不会占整个预算的这么重，他这个这么重要的那个，总共才400，他这约聘雇有几位？有六个六位嘛，他我去年的除了那个他前年度400多万就50万是业务会，所以没有什么钱。是啊，那个局长啊，说实在啦，我是觉得说你们的局这么大啊，然后而且这个品管跟劳安算是一个把关的单位，你们用约聘雇的人，请问他的这个权利跟他的责任是不是有，是不是够，对不对？你最起码也应该给他要有编制的人力在嘛，是不是？是，谢谢黄议员哦，因为我们所以我是觉得你们这一科哦是掰咖的科啊。我希望你们回去把你们整体的那个整体未来的方向，还有到目前为止哦，还有八成的预算还没有执行哦，看是要怎么样一个执行的方式哦，希望能够做一个那个报告。那个主席啊，那个品管劳安科的预算全部搁置。好，谢谢。第35页还没意见。欢迎，应该是体格子是不是？体格那个欢迎体格。他们公司是多少钱？总共？要不要搁置？有没有人复议？欢迎也许搁置。复议，请举手好吗？有没有人反对？反对请举手。反对没有人要发言。
谢谢欢迎。谢谢哈，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哈。这个其实品管劳安科哈，这个去年我们新设的，对，是是。那主要因为去年我记得那个当时的局长有讲过了哈，这个正式编制的人哈，在这种科哈留不住人才。刚刚有正式考到公务员的人才哦，要放到这个科哦，真的是找不到人才的哈。大概因为这个责任很重，所以说大家哈不敢担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训练了一批专业有专业的，但是没有考到公务员资格的这些人，我们希望他借由这一两年的期间，我们来教育训练他，把他留住，让他在本业上做最好的一个帮助嘛，对不对？ 是。那我相信这笔预算也590多万呢，是人事费用啊。我希望说这个哈先给他过了哈。如果说我们各位议员对其他的单项的有意见哦，我们做单项的再来讨论。这样按你看公多嘛，好不好？哦，所以本席哈认为说这个预算要给他过了，谢谢哈，谢谢。还没有人反对发言。好，请发言嘛，哈。好，那个科长，在就你的目前的跟那个工作业务范围部分，再稍微跟那个在那个现场的议员大家解释一下你未来的规划。跟各位议座报告，未来本科啊，就是推动金品奖，明年金品奖是我们主轴。那我们为什么要推动金品奖呢？因为过去啊，我们在争取金安奖、金质奖的时候，就是少了一道。自己先筛选优质厂商，提高我们工程督导效能这个方案、嗯，所以我们明年我们第一个所办的最重要就是金品奖，好、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本局提升本局，因为本局是公务局，要作为工程的一个模范哦，我们重新修订本局的统一的施工规范，还有一些验收施工流程基准，我们都在做，那未来也会推动盲样送试的这些作业，哦，嗯，那所以。未来整体的规划目前都在做启动，也会协助做一些教育训练。那明年我们打算开两个专班，哦，给本市所有工程人员来受训。第一个就是公共工程品管训练班，那是专班。提升公共品质的。第二个是职业安全甲种主管的一个专班，这部分我在研议你稿还没有提出来啊，但是因为为我未来的展望嘛，赵科长要说出来。那原则上，禁用的人哦，我们到年底大概会把。人就全部禁用完毕，然后剩下的钱哦，可能依照规定，因为人事费好像没办法保留，好，我人事费没办法保留，所以新的年度必须要有这笔钱，我才能够确认这些人能够继续在本科服务了，所以要恳请议员哦，恳请议员来帮跟一座来跟议会来帮我们，就是说这个费用给我们，关于人事费没办法保留。确实没办法保。可能有些人对你未来的有关，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公共工程的一些相关的人员的一个训练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就是相关，像你说明年会着重在我们那个公共工程金品奖评选的一个那个目标嘛，对不对？对。那我是希望说哈，那个对于我是支持啦，而不是说希望说你会后是不是说把这些资料哈提供给那个议事堂，让议员们大家都知道说你未来的一个。那个导向好不好？你未来的一个工作目标，好，谢谢。好，请谢三位议员发言。好，那个谢谢主席哈。那我想呢，刚才这个黄议员哈，他提搁置案哈，我为什么举手的这个原因哦，我认为黄议员哈，他讲的非常有道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年呢把这个预算全数让你通过了以后，可是呢你这个执行率呢非常的差。那也因此呢，让我们不禁怀疑哈，你106年度如果我们在如数那个支持这个预算的话呢，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哈去做这个预算的这个消化跟执行啊？所以他的是用心良苦。可是我后来呢，我想了一下哈，事实上我们公务局哈所有的这个业务，其实牵涉到我们整个桃园市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发展。那因此公共工程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把关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品管这个劳安科里面啊，我们看到你的这个人事结构的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需要做一些检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正职的公务人员跟约聘雇的人员或者是聘雇的这个人员啊，其实第一个他在这个专业程度上面
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那陈如科长，你刚刚讲的，我们约就是我们聘用的这些约聘雇的这些人员，对不对？你要做的是公共品质一些把关跟推荐，然后要去角逐一些中央所举办的一些评比的这个项次嘛，对不对？那如果他的专业程度不够啊，那你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预算呢，去做这个执行的话呢，那就会形同浪费。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哈，我觉得哈，黄汝煌议员啊，他用心良苦，我们是希望哈，这笔预算通过了以后，那你这个哈，我们希望哈，你把这个就是用人的这个结构哈，这个方式呢，把它重新去做一个调整，局长这样可以做得到吗？谢谢议员啊，那个，我这样报告，这个我先报告了哈，这个单位的预算结构哈，去年441.5万元哈，有391.5万元是那六个月聘雇的钱，他的业务费就50万而已，那因为刚才报告过哈，他们的约聘雇禁用的比较慢，所以这个是人事费执行率就看起来是低的，那也没办法保留。但是刚另外第二个就是说，您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品管劳安科那对于组织要稍微把它调整，多放一些正式的业务人员进来，这个我会去进行调整。那比较专业嘛，好不好？对，这有两个考量啊，因为我们的工程师啊都希望是从事于土木建筑的工作，比较不要当这个，比较不会很喜欢在这一个单位久留，所以可能我要定一个轮调的机制哦，和正式。好，谢谢议员，请那个黄婉如议员发言。来，黄婉如，我想不管等一下的结论是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我是认为说品管劳安科算是一个你们整个公务局的一个把关的单位，对不对？然后啊，你们根本在去年里面的执行率只有16.99%。你们真的，我很难相信八成的预算要执行，再加上106年度再给你们的预算的执行，对不对？你口口声声说那是人事费，那是人事费，这些人是要做什么的，对不对？一年找不到人，我不相信，这个人那么难找吗？是不是？所以就是给他编制的预算过去要正职的人员，而且你们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顾问，也是你们的那个什么，也是在你们，也是属于你们单位的。所以不管等一下的结论怎么样，我是认为说你们这一科是真的是有需要病得很严重啊，有需要再检讨的必要。而且我是认为说我们议事堂真的是合议制，今天不要说国民党提出什么民进党就要反对，民进党提出什么人多就要反对。我觉得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问题来处理，对不对？搁置又不是删你们的预算，让我们更了解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甚至于本席认为说，如果说好，你们真的执行有困难，我们变通一个办法嘛，是不是？不但是人力增加，或者是给你们增加一些顾问公司，甚至于换个科长嘛，那个换个科长，增加其他的人力都是可以呀、我建议就是说，我们会提供一个这个科室的业务检讨报告到议会来。第二个是我到任以后，这些月就补齐了。那是因为之前局长不要认为可能人力没有那么大需求，所以他不补所以或我到任以后都补齐了啦。以上报告。那局长，那你对于搁置有没有意见呢？能够让议会更了解你们那个品管劳安科的这个作为跟未来的发展，有没有？可以吗？我尽表尊重。尽表尊重，好吧？那很感谢你对自己的自信，
那接着就是看我们议会自己议员的，我们自己议员的这个拿捏的。那个，请问那个黄议员，你是要不要撤回搁置？搁置。搁置哈，好，搁置的话我们就进行。业务单位说尽表尊重，表示说他们真的是有这个改善的空间，而且我们也是爱之深呐、啊，不能讲责之切。希望他们能够更有进步的空间，是不是？好，谢谢那个周主任，那就我们进行表决哈，请那个周主任请你人数。对呀、啊。林野，不好意思。表决嘛，对，我没算你一算啦、啊。你要表决，我们退席就不要开会了啦。你们今天要动，我们没有动，你们人都要就要表决吗？我们退席会不要开，又是不要审了、啊，对不对？郭主任不是三组，不要表决啦，对不对？那个，请发言，请发言。因为今天是开会哦，第一天呐、啊，我想有些地方议员呐、啊、哈有质疑搁置啊，这个就是一个协商嘛，这是一个缓冲嘛，是不是？我也希望哦，民主党党团哦，不要因为这样，然后呢就要提反对，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今天开会第一天呐、啊，你如果事事都要以优势的。这个席次来说，哎，很多事情都要让他过。那我们这个议会开会真的没有意义，你知道吗？是不是？那搁置这个是一个程序嘛，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个一定在这个会期不会让你通过嘛。但是大家各党团哦协商一下，让行政单位哦能够更具体的、更有依据的哦来执行啊，我认为这样比较好啦。所以请我们哦各大党团哦稍微约束一下啦。有时候这个搁置哦是必要的事情了，好不好？好，尽量不要用表决了，这个搁置也要表决，转播出去很难看啊，真的。好，谢谢徐议员，那个蔡永芳蔡议员，请发言。谢谢啊、哦，其实刚刚我们黄永儒议员讲得很好哈、哦，他爱之深责之切了。那其实公共品质，哦，爱之深，那个其实我们公共品质哦，是我们所有市民哦所期盼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劳安的工作能够做得非常好，那我也希望说这个人才哦能够留在我们大桃园市。那既然哦我们那个黄永儒议员有这样讲哦，我们回去做好内部检讨之后，来跟议会做报告。那这个议案呢，我也相信说为了我们府会和谐哈，我们党和谐，我们就暂时搁置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请那个陈志谋陈议员发言，陈志谋陈议员。那个主席，那个黄议员，我发言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讲，主席，来，好，先发言。你当议会主席啊、哦？你把时间在这做完了，你现在在创啥呀？我发言呐、啊！好，休息五分钟。主席，休息五分钟。
开会哈，我们先请那个陈志摩发言，时间三分钟。陈议员，陈志摩议员，发言三分钟。你要补我吗？对，就你啊，你继续啊。你要补我？感谢主席哈，我没有见怪你。那我的意思要这样表达哈，就是说，我们如果议事堂上有什么，我们可以先党团协商，包括我们的各自不要表决。党团先协商好这个默契之后，在这里才不会乱。如果没有协商的状况之下，我请主席你主持一定要公道，而且照议事规则来，这样听得懂吗？当然听得懂。那我还是赞成党团协商啦，哈，党团你们可以协商。好，我就这样。好，谢谢陈议员。林小凤议员是吗？你听小凤议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哈，那就这个案子就搁置，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搁置。好，我们接下来公务局局本部的最后一笔预算是公务业务用地取得工作，预算金额28亿1233万，页次37到39页，共3页，我们从37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第37页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个尤武和尤议员。那个局长哈，你在土地租金办理桃园机场捷运 S6 横山站联络道路建设短期道路改善用地租用等相关费用，请你请你说明一下好吗？好，这个是捷运 S16 站哈，它那边的土地本来就是区段征收的。哪一段？报告一座，就是说从横山站到县道113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总共有13笔的土地，那租金的话是在那个103年有签准，就是说用10%，用103年的公告限值，再用10%的那个零利率的部分协议租用。那在这协议租用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以2年期为那个当初的计算标准。那目前来说，这13个地主的部分是在今年的这个预算是在编105年的8月到106年的12月的部分，加上有2笔是103年1月到105年7月，因为有2笔还没有理的这部分，总共合计是300万。以上报告。好，这一笔预算我没有意见哈，我针对意见就是说。你们所租地的，你们这一段的租约今年到几月到期？包括6月。6月到期。对，我们这。那么你们对地主有沟通、有协调、有告知他们说后续要怎么做吗？这部分我们之前有先跟地主先沟通一下，但是问题是说，可能地主认为说可能到了期限还没有先拨，那我们这个会后会立刻跟那个地主再去做说明。好，我的问题点在这边哈。是。你们租约到期了，又没有向民众解说，那民众误以为啊，你们做事情怎么是这样子呢？是，不能这样子哈。好，要事先沟通协调。那你们什么时候到位，要跟人家讲清楚。好，哦，好，好，谢谢。好，第37页，各位议员还没意见？没有。黄委员。37没意见。37页。有没有意见？好，37页通过哈。38页有没有意见？黄婉如议员。那个室内瓶颈等哦，本市道路用地的取得哦，请问你这2亿哦是用在哪一个？那个跟还原报告，现在哈，送进来等一个。建议哈，有72案。是。那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定有一个瓶颈道路打通的实施计划，里面对于就是打通的效益，还有交通、公共安全，等等，都有一个评分的指标在那边。那，我们现在是交由新工处在执行这个，72件的检视哈。那看评分，那这本府的相关机关。包括消防局，交通大队，
还有都发局、民政局，包括区公所等等相关单位都来参与。哦，那目前是新工处的哪一个单位在处理？哪一个？企划科。企划科是好。这个国强二街啊，桃园的国强二街，口口声声的你们一直讲没办法，没办法。这边的预算有没有包括国强二街的打通？我们是那不多啊，那只有20米啊。对，现在就是针对类似是是那个就是瓶颈啊。对，但是这个预算就是排序。好，刚才我跟你讲，那个局长预算让你通过，是，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排一个时间，慎重的会刊。之前我们已经会刊过了，对，但是就是没有钱，没有经费，没有预算，没有预算。现在你们可以编2亿，所以那短短的20米的路的打通，我想应该不需要这么多的预算，可以吗？我们不止这一条了，哦，我们就是所有的。好，好，谢谢。好，谢谢，请那个陈美美议员请发言。局长，我想就要那个。延平路的这个延伸的部分呢，哈，那你这个用地就是新辟工程用地费用啊，哈，那目前呢、啊、这个3亿4500万呢、哦、还有加上后面那个新建工程处的500万哈、哦、那目前这个部分呢、啊、哈有之前就是也有立委提到说争取中央的补助，那目前这个情况是怎样？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吗？那个我们有去拜访那个交通部的公路总局哈，那他还有会同立委去，他是有建议我们用专案的申请。那我们专案申请的计划书已经报到中央去了，现在由中央正在内部他们的程序进行当中。哦，那初步他有回复说，我们建议的那个额度哈、哦，大概4亿元，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程序当中啊。嗯，啊，那这有关于这条路的延伸呐、啊，哈、哦，这些相关的就是地方上的这些地主的这些会议有开召开的吗？现在正在进行定线的作业，因为他这是有一部分是在飞都嘛，好，所以他现在正在进行定线，哈，过程中，在定线的过程中，都会跟地主会陆续的沟通，以后定线前还会有正式的会议，好，现在正在逐户了，因为还没到你那边，也不知道会不会拆到，或者会要不会用到这个地这样，好，只要有开这相关的地方的公听会哈，记得通知我们，是是是，这一定，好，谢谢。好，谢谢陈妹妹议员。那个方开祥范议员，好，谢谢主席哈。那个局长哈，有关这个2亿元的这个瓶颈道路的问题哈、是，去年我就已经讲过了，瓶颈道路很多，瓶颈道路之间到底如何评定？赶快公告。那看起来你们有这样的规则了，你们现在有实施计划了？有，因为大家都希望争取。是，我们很多议员，这个有的议员讲这个地方，有的议员讲那个地方。你只要没有公告开了，公告出来，充分的跟大家讲的话，大家永远都在想说到底是怎样怎样，好像是大家要哦造成很多的纠纷。你们现在公告在哪里？我在网站还是在哪边？范爷，我跟你报告，我们10月7号就公布这个法案哈，也在网站上公布。我们11月7号、8号会召开2次的说明会，会把有通知所有的里长。好，还有所有的议会的所有的议员办公室派员到。好，你们是公告在那个公务局，还是公告在新工处？是，都有，我们的网站上都有。好，我希望能够贯彻公告。一般哈，这个事情哈，你要是没有公告清楚，大家永远都在争来争去，哈，麻烦无穷。我们分两批办训练的，好，北区、南区一次，就是办那个里长和议员的助理。请注意哈，因为这个实在是大家争执很多的地方。好，谢谢。好，请那个李淑珍李议员。局长，我看到这个预算书里面有延平路国道2号南侧延伸到和平路，延平路延伸到和平路嘛，哈。是。那现在的用地取得拿到了没有？现在编列预算是，然后正在定案了没有？定线了没有？
下次呢，定线要到明年的六月才会完成定线。是，我看了你106年跟我们107年总共编的预算是7亿5000万嘛？是。那我们中央不是有补助吗？中央的补助正在申请当中。还在申请当中。是是是。那目前等于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只是说不知道点是在哪里，线都还没有决定吗？正在进行定线当中。还在定线哈。那这样我想这个路只要一开的话，可以疏解很多交通问题哈。对。所以希望局长能够用点心加把劲，好不好？是。好，目前都还没有定案就对了，是不是？现在是这样讲，还没有定线，还没定线，但是预算已经都编进来了，都编的，还没有定线就对了，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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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我希望哈，因为总咨询的时候我有说哈，那我希望这个线是直线，哈，应该要截弯取直，因为我看的在网络上看的那个图是 S 型的哈，然后希望你能够直线，那点在哪里现在还没有决定就对了，是不是？好，那我改天再请教你，好不好？好，好，我们请新工处去跟您报告。是，好，谢谢。好啊，那请那个苏翠玲苏议员。谢谢主席。那个局长，我请教啊，这72件的这个瓶颈路段哈，总共经费大概是多少？全部？你们有评估过吗？还没有评估，因为没有评估。我们现在只是抓一个笼统的2亿的。那个是因为其实2亿的经费，我们觉得是很非常少啊。那市长上次在议会总咨询的时候也有说，如果这不够，他会，同意我们办理最佳预算来到再来议会争取。对，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部分啊，就因为瓶颈路段其实在地方上已经很久了，是那对地方的发展啊，跟这个用路交通安全各方面其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对。那你们现在评估出来有72件，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是人家申请有72件，对，申请，对，现在申请到你这里有72件嘛，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基本上它能够被列为瓶颈路段申请出来，它就一定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存在啦。那所以呢，72件，你说到底哪一件先做，哪一件后做？其实我觉得每一件都应该要马上做啊，哈。那所以呢，这个瓶颈路段当然它可能还牵涉到用地费的部分。工程费应该都是比较少啦，哈，那还有用地费的部分，所以我在这是建议，就是说，是不是你可以72件啊，你先把它全部评估出来，大概需要多少费用，然后用地费的部分啊，看是不是能够跟地主沟通，用作分期付款的方式，然后我们先做开辟，就是工程费相对都是比较少的嘛，对不对？用地费是比较大的，对，如果地主可以同意，好，用这个分期的方式来执行。那我们的那个工程费用啊比较少，我们就可以先来做嘛。好，那我的意思说，因为你72件，你没有办法同时满足，同一年满足这么多的72件的瓶颈路段，那有没有用别的方式？如果今天我们讲，假设我今天有凭证，有好几件，那这几件的地主他们都愿意可以用分期，那是不是就可以我们先来做执行？因为你同样的经费，你可能可以同时。我们一样2亿，可是你可以同时开辟好多条道路，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是这样认为，否则的话，我们说72件啊，究竟桃园几件、中立几件、平镇几件，每一件都很重要啊，是不是？尤其瓶颈路段，所以我建议是用这样的方式啊，是不是能够先把总经费全部通通评估出来，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地主愿意可以用分期的方式，那有可以分期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优先来做执行？好，然后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再做经费再挹注？能够用最快速的时间让这72条的瓶颈道路都能够开辟完成，好不好？是，谢谢苏议员。好，请那个林正贤林议员发言。延平路这一段路跟和平路八德延伸到八德的道路开辟用地工程哦，那你总共第一今年编的3亿4500万，明年还要再编4亿500万嘛哈。那这个经费哈，总共有7亿500万，你是怎么认为这一段路大概7亿5000万就可以征收到？哦，这用地科报告。好，那用地科报告。那目前来说，这个我们都是用那个我们现在查到的那个土地的公告限值的2倍，对，2倍。加两倍。对，加两倍，对，不是用那个都市计划法的1.4倍、哦，对。好，那我们的工程费大概要多少钱，知道吗？工程费是1亿7000万。哦，工程费才1亿7000万，对不 对？我们某个立委哈，他每次开会都在公共场合都讲说，这个桃园区的哈，他
他说他已经真的争取了4亿回来了，是，他这一条路已经开通，我已经争取4亿了。那到底是真来假的啊？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啊？大概这个情形是怎么样？我刚才报告过哈，我们已经跟中央在争取哈，正式的公文也把计划报上去，中央正在进行程序当中了。哦，那可见就是第一个也还没通过嘛，哈。也还没通过，也还没通过要争取四亿要补助我们嘛，对不对？我还没收到中央的公文啊。好啊，你认为呢？你认为会补助四亿吗？这个我不敢。你不知道嘛？那那所以这资讯算是错误的嘛？哈，资讯算错误的。那你征收土地，立委听到什么讯息？我不知道，我无从判断对错。哦，是好。包括市长好像也有说啊，说他已经，他，所以我想哦，这个情形啊，我们如果没有做到的话，甚至还没有确定的话，我想我们这样说是这样对不起乡亲，给乡亲一个错误的信息啊，认为说这个已经争取回四亿的，我们已经要开始做了。我相信哦，有很用力的在帮忙争取。好，那也希望哦，你现在用地会已经编了嘛，那我希望明年就开始做。那希望这一条路，我们也希望马上能完成，好不好？是是是，好，谢谢。我们会进出。好，周以行，周议员，请发言。引路段了，你就编了2亿，这够用吗？我看你一个地方就用了1亿多，对啊。这个哈，我也跟周议员报告，我们瓶颈路段的打通哈，我们并不是用市价去征收，我们是用协议架构的方式哈。对。它是用公告限制的1.2倍，这比照别的县市都是这样做，是用协议架构，因为它有的不是都市计划道路，只是一个农瓶颈一点点的一段路，所以比照其他县市的做法是这样。第二个是说，用地的取得的难易程度和成本是瓶颈道路打通了最高的那个指标了，因为它如果很像刚才说，如果说它可以同意。先行让我们做，那也是可以，应该有一些弹性。对，那像说我们总咨询提的，像我们杨梅也有瓶颈道路要打通了，那时候市长也说，你们也说马上来，明年马上来做，看这个预算就没有啦。所以我刚刚报告，上次市长在总咨询，对呀、啊哦，他也有承诺说，如果我们不够的话，他会请我们公务局办理追加预算。会办理追加预算啊、哦，希望本席提的啊、哦，杨梅永美路45巷的要纳入，好不好？好，这个要优先施作。上次你有咨询 ，OK， 好，拜托。好啊，好，接下来那个黄婉如议员，那个局长啊，是，我想哦，这个我们桃园的立委啊。这个走到哪里都讲说，这个有3亿打通延平路的预算，交通部长拍板定案，送给我们桃园这个大礼物。那我想说，为什么他这个礼物送给我们，然后你们居然不知道，对不对？这3亿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呢，对不对？可以做很多的建设呢，啊？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们会不知道吗？是不是有这么好的立委你们不去用，对不对？给你争取了经费回来你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局长，这到底是道听途说，还是你们漠不关心？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居然会不知道啊！我想这个总共哦，是总共整个延平路的这个打通哦，到和平路的打通，真的是对地方的发展跟算是交通的一个桃园一个交通的疏散一个枢纽很重要，对不对？但是7亿5千万真的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是不是？那中央掉下来的这3亿，你会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嗯，局长，我也要做个报告，是说3亿啦，我相信啊，在桃园市的各中央的民意代表都协助我们在争取哦，那也有陪同我们一起去拜会的哈、哦，所以，但是目前我刚还是报告，中央在进行程序当中，是。什么叫程序当中？对不对？他已经立委已经讲说在已经通过了，
3亿已经报回来了，跟乡亲报告，满街满满谷任何的这个场地都场所都在讲。那我们这边的预算是不是太多了？啊，局长，这个是因为还我刚报告，所以针对这3亿，这个这一项的预算，我是这一项的计划，本席是相当的支持，也很认同，也对我们郑文灿市长的这个作为哦，我给他举一个赞，给他按一个赞。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去弄清楚，到底中央补助我们多少，可以吗？所以本笔预算暂时搁置，可以吗？我绝对的支持，但是中央补助我们3亿，立委也满山满谷的在讲，你们居然你们的那个事业单位居然不知道有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然后让我们议员在外面也不知道，不知所以然。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弄清楚，好不好？到底有没有这笔预算？预算本席是绝对。那个黄议员，你是提这个案子的各自是不是？提应该提那个预算是各自吗？各自哈。好，我们先处理那个黄婉如议员的各自案啊，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那就各自，各自哈。来，请那个林正峰林议员发言。我们各自不是说三亿预算了，要把那3亿加进来了。我你有的乱放屁，拢讲伊整是偌济是偌济，然后就预算加3亿变5亿，这你以为说他争取3亿嘛，要再加进去嘛，对不对？我现在问说，芦竹五九龙山的那个公园及联络道路1亿4，有没有包括在原来的20亿里面？当初五九龙山设立的时候，我们同意补助20亿，我们10亿，他们11亿，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五九龙山是20亿的工程费啊，县政府是10亿，他们是10亿啊，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包括在里面？没有。那个黄一桌，那个他原来当初公所编的是103年保留款，是4亿7500万的部分，不在我们补助的10亿里面吗？这个部分并我们这边没有。我们是补助10亿，他们如此捐款出10亿啊，你怎么样啊？没有。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我再请问你，这有没有纳入生活圈大陆？中央有没有同意？这如，五九统山这个只是山区的一个。没有，我问你嘛，因为我按你拓宽大同路、关山大同路，你们说那个营建署不同意啊，没有纳入生活圈大陆，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啊？对不？我2年前建议。拓宽龟山大同路，也是现在是4道，对不对？你们答复说营建署不同意啊，没有纳入生活圈大陆啊，他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那林议员，我关于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说生活圈道路是说，交通部或营建署有没有补助的事情？对啊，这个案子他没有同意说我们不能拓宽啊，你们答复我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跟你讲了哈，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啊？所以我申请市长说，你预算给侬捆起来了，都捆起来对吧？不然讲话啊，3年不变预算了啦，对不对？市长打我说，我们快一人都睡着了啊，我没有睡着，我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建设要平均的，现在里面预算28亿，龟山1亿也没有过，这样讲得过去吗？这市长3年内没有补助龟山的大陆费用了啦，上亿用不报多啊了。对不对？这样公平吗？你一倍不止三样顶，要2亿啊，对不对？建设要平均，对不？我是不会删这个预算的，但是你好好检讨一下子。是，谢谢。龟山不需要建设啊，不算5亿元呢，对不？这元不满了不能用，对不？1亿也没有。啊，市长还笑我说：“啊，你不算元捆下，尽量捆下，对不对？”所以说。
我看我先，我很请提搁置的，你帮我解释龟山为什么没有便利、啊？我提搁置案的，很不公平了。龟山已经十年没有开辟到大陆了啦。哪一项要搁置？就吴总老师接见了，114啊，先搁置啊，请他来解释啊。整个案子是不是？114，吴总老师公园先搁置，我没有删除，我提搁置。其他也没，我们那个林正宏也1,400,000,000的这一笔预算，提案搁置，有没有人复议？复议哈，好，徐清顺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啊，林委员讲的很有道理，要公平，但是我要跟各位议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哈，4亿7,000,000是原本哦103年的时候我们区公所编列的，那编列我们储区长的债是把那个用地变为公园用地，好，这个第一点是公园用地，第二点这个经费是103年编1亿，105年编1亿，106年编1亿4,000,000，我觉得他讲的很公平，就是说我们的预算是区公所，还有就是说我们公园的道路跟用地已经变更完毕了啊，他讲的我很同意，一定要公平。但是这个哈，我要跟林委员报告一下，给我们机会了，因为我们哈，好，我知影，伊讲爱公平啦，公平一定爱啦，吼啊，所以讲这点我拜托所有议员就是讲吼啊，我跟郭议员、跟刘议员、跟陈议员哦，这个经费已经努力了很多年了。那在此哈，我想你要很了解说这个经费的来源啊，那龟山的建设也一定要做。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这个芦竹的这个五九龙山的公园啊，这个道路用地取得啦，跟你的变更，因为这个变更过了嘛，变过了，对啊，所以我们才编列这个。那区长你可以说明一下吗？楚区长，好，谢谢主席啊、哦，还有我们护士长，还有各位议座哈、哦，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一位那个同仁。跟议座报告哦，我们五九龙山当初的规划面积是23公顷左右，那预计征收经费接近10亿元。那卫生阁之前芦竹区公所编列一半的经费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啊，是那个市政府这边呢也是分成3-4年在编列的。那原则上目前整个计划区哦已经那个专案变更通过。那目前道路跟第一期的公园这个预定哈，都有征收了某部分的。那持续会在明年哈，整年度会把一期的工程跟道路的工程啊征收完毕。以上报告。好，谢谢局长。你知道吗？这个严重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已经征收了，有些部分已经发出去的，有些部分的钱还没有。就说你编的这7亿啊，就说你现在编的啊7亿啊4亿5,000,000啊，你的4亿5,000,000是要征收土地，这个要持续性，你要说清楚。是，那是连续预算。对，连续的预算。好，这样哦，我想我们议员哦，都是为了地方的建设啦，一定要公平啊，一定要守法规啊，这样我们就会把议员的职责尽到我们应该做的把我们的议员的职责尽到，这样我想你要说清楚，我们才知道。谢谢，谢谢。好，那个徐议员，请问你是反对搁置是不是？对这个1亿4,000,000，反对搁置。郭丽华议员。请郭丽华议员发言。我在这里哈，那个想要拜托我们林议员收回这个撤销这个搁置哦。我知道搁置不是删除啦哈，但是既然不删除，还要进行这个协调，那我认为说，其实哈，不是说当然13乡镇都要公平。其实你说只编这些预算，要把13个乡镇都平均分配是有困难。那以重要来做，而且五九统山这个工程，我们已经这个努力了3-4年，不是今年争取今年就要哈，已经努力了3-4年了，也逐年在编列这个预算哦。希望说既然这个搁置不是要删，那个林正峰议员的原意也不是要删除我们这个计划的预算，
那是不是可以请林正峰议员拜托你哈，把这个搁置案撤回，让我们可以顺利通过啊？谢谢。好，请林正峰议员发言。好的，请卢主席议员给我们龟山面子哦，我搁置不是删除预算，我要提出大郎路什么时候开的附带决议。我现在不能提嘛，对不对？我没有要搁置你啊，我没有删除你预算啊，好不好？嗯、我不用给台电预算了、啊，预算会让你执行啊、哦，谢谢。嗯，那个林生峰议员就是没有要搁置嘛，哈，一 ，OK， 好。其他议员还没意见？对，针对第38页，没有，没有通过。第39页有没有意见？鲁明哲鲁议员，所以我不知道你刚刚啊，对不起啊，因为刚刚说讨论那条过了没有问题之后，顺便也把那、啊、这样好了、啊，那个没关系啊，不管您锤子已经敲下去了。那局长啊，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平行道路啊，大家其实都蛮支持的了、欸、但是你要讲，因为你也一直跟我说编良意啊，明明这里面就藏了玄机嘛。名花有主的已经有8000万是给慈惠二街了嘛，哦，对不对？只有一亿二大家可以参加海选的了哈，要讲清楚，你目前的预算是一亿二是平行道路，那你说72条是已经截止了吗？没有没有，这个是滚动式的，不是要滚动，你滚动式，那你什么时候什么？你不是要评选的吗？哎，就是我们要评的时候是针对已经送进来的。那你不是说现在已经有72案吗？72案，这之前大家一直建议进来的，有会已经有72案，然后你10月18号再跟里长做说明，可能会变180案、190案，所以我们就要进行筛选和评排。好，我想这样啊，第一个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啊，因为我想议会啊也受民众之托啊，也拜托大家会刊很多案子，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嘛哈。这种已经会刊过的瓶颈道路，我建议说。所有议员几乎都有，一定要把它列入海选里面。第二个是过程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瓶颈道路的过程，因为又不是以市价征收，对，那既然不是以市价征收，我大概听说是以公告限值大概加2成左右，是，那加2成左右就是那种协议架构的行为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去海选，就说你今天用很专业的海选，以重要性，哇，这3条最重要，这5条最重要，价钱正好1.2亿，海选完之后你跟民众。开说明会的时候，说对不起，我没有按照市价征收，没有公告限制，可能加8成，我只给你2成，他就很多根本不要。所以我觉得哈，现在要提的案呢、啊，我是建议你啊，地主同意你这游戏规则要在先呐、啊。你的游戏规则是公告限制加2成，让所有要参赛的人大家来，同意书。附在后面，那这样才有意思啊！因为你到最后，因为有符合这个条件，免得你整个审完，最后之后你审到的10个案子，地主都不同意，你白干了一年。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卢议员，我可以说明一下，你说我们现在是并行哈。我刚刚说用地取得和那个工程的条件哈，两个是一起在评分并行的。好，他如果取得不了。他一定是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因为你刚刚所以讲的我头昏脑胀，那你说那个72案，譬如说我自己有请你们去看了3、4案，那地主还没同意嘛？那你要赶快发函给议员的会勘案，请你们当时会勘地主，我们现在游戏规则公告限制加2成而已，同不同意？同意你才成案嘛。所以现在因为案子没有数据啊，最后我希望结果过程结果注重区域平衡啊。好，刘仁绍议员，请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局长。其实哦，我刚才蛮认同那个卢议员的意见啊。其实简单来讲啦，这个瓶颈路段啊，其实刚才大家可能没有听清楚局长的意思的。其实局长的意思，我们现在虽然有72条，这是各地报出来的。但是地主也没有说要来同意协议架构嘛，他也还不知道我们的价格嘛，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嘛，所以真正这72条能实际上来做瓶颈道路拓宽的，我相信应该也没有几条，因为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1.2倍，有些地主他不愿意卖，因为我们这不是市价征收，对不对？所以价格一定差很多，所以我是觉得啦，我们的游戏规则这样定出来，那
真的七十二条你也不可能去，我就觉得你也不用一一去细算出它的我们估价的费用，因为我简单来讲啦，你光是一个十位二阶就要1亿5000万，应该对1亿5500万嘛，对不对？所以你这样七十二条这样算起来，可能我在估啊，可能也有上百亿甚至50-60亿都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们要做一些比较实际面的问题啊，对不对？对。所以局长你应该要告诉我们所有的议员，哎，我们这些瓶颈道路是怎么出来的，是各地爆出来，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行去架构结构架构的问题，这个价格只是我们初估出来的，估算出来的并不是实际的价格。那初估出来 你明年度能用的大概就只有1亿2嘛，那刚才也有说不够的话我们也会请市长再来追加嘛。问题是1亿2也我们也担心会用不完嘛，因为如果说地主我们有10个物件都很好，觉得说这个拓宽这个瓶颈路段打通了会非常有效益，但是如果地主不卖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无限上纲嘛，不可能说我们市价跟他征收，征收以后大家都要市价征收，我们市政府真受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请平衡了，因为瓶颈道路有一段啊没有征收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没错，对人家，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说局长应该说跟大家我们议员，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关心瓶颈路段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办说明会，每一个区都有他的瓶颈路段，每个议员都要争取我们自己区的要打通，是，但是我们有办法，所以就是说跟地主沟通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因为价格我相信所有的问题价格一定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价格要我们市政府可以接受我们才会来做协议架构嘛，对不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我们局长应该是说适时的机会跟我们所有的议员来说明这样的游戏规则，是我们办说明会，对对对，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们不够我们会再追加所有的议员才能够接受才能够理解这样子，好不好？谢谢，好，局长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林正峰林议员发言。虽然说我是支持的，但是刚才听科长说，用两倍的意，光是两倍去征收，对不对？公告限值的1.2倍，1.2倍，加2层的意思，加2层而已哦，不是两倍哦，不是，2倍都市价。市价。哦。1.2倍我支持的，因为你征收道路不能说漫无标准的，被你案例引申，你说加两倍，全部加两倍，你怎么办？对，1.2倍，同意的先征收，不同意就不要征收嘛，就搁着嘛，好不好？好，谢谢。好，接下来请苏翠玲苏议员。这个，局长，我想请教，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现在原来这边规划有列案的已经有72案，然后这72案是区公所这边提报的是吗？不是不是，就之前有会刊那些我们知道，那我们这现在作业哈，我们会反馈给区公所再提回来，这样。所以这个部分你现在还没有作业到区公所提报，是不是？还没。好，我们那11月份要办说明会，区公所还有里长还有对，那所以我现在就希望啊，你很明确的定出第一个你的那个步骤跟期程，就说你现在是你自己这边根据之前曾经有过的会刊记录，然后你列出来的案子有72案，但是为了慎重。以及为了真的照顾周全，所以你们还要再到区公所里头，然后区公所办说明会，同时也请区公所再呈报，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事实上搞不好还有一些其他的路段，对对，我们议员也还没有。对，那什么时间点？我觉得你要把它列清楚。你什么时间点去区公所办说明会？区公所提案到什么时候截止？我们什么时候议员还有案件可以再提？那也要有一个时间，你要把那个时间确定出来之后，那我们才能够汇整所有的这个资料到那个你们那里去做评估嘛，好不好？所以我给你报告，这个哈以后是滚动式的，它不会说好像今年做完了就关门没有了。当然，因为你没办法执行那么多嘛，对不对？那所以刚刚我们这样，刚刚我在提。跟卢议员在讲，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因为你现在是1.2倍嘛，对不对？对，所以很多地主搞不好会不愿意，对，那土地比较单纯的地主，那持份地主搞不好就比较麻烦，那你如果土地比较单纯的地主，或许他的意愿会比较高，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地主他同意他的意愿来做配合嘛，对，那当然你没办法执行那么多，你一定把它挪到下一年度然后再来做调整嘛，是不是？是，但是我就说因为瓶颈路段，说实话啦，因为你现在新的路段开辟，其实你们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新路段开辟产生瓶颈路段的毕竟比较少，对，都是以前就有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啦，你就算将来是那个滚动式的，它的那个数字要增加的那个可能性其实不大啦。对，所以我才说你要把它列入以后，那我们要完善，要完备。你就是区公所之外，我们议员的是不是还有一个时间点？然后也要让议员在那个时间点里头再把一些案子提议进去，好不好？好，好，谢谢。那请那个李光达李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那个张世威张区长，请问一下，你此时此刻哈有没有在看预算书？我在看预算书。有在看哈。针对这个生活圈道路哈，还有一个瓶颈路段哈的一个打通的一个预算编列哈，我想感谢所有的议员哈。对各行政区瓶颈道路，还有未来生活圈连外道路的一个拓宽或者打通我想请问一下70个案件里面区长，你有没有去追踪过我们的公务局我们在里民座谈市政说明会所以里长提出来的，我们的公务局有没有去入案？有，跟议座报告，感谢议座关心。那目前我们桃园区有2个瓶颈路段龙泉5街、6街哈。对，我就是要讲龙泉5街跟6街，还有同德12街跟中埔7街这个路口这个铁皮屋的部分有没有在督促我们追踪我们公务局来做这样的一个进行？我们都有提报上去了有提报之后有没有追踪入案？我想70个案子也蛮多的，诚如所有的议员在关心的这个预算编下去的话，还有用地取得的一个问题还有地主的一个意愿我想很多了诸如寿昌街突然走一走变成单行道，还有慈华街所以我们公务局给我的评估报告是说它的流量不足我不晓得你们的流量是什么时候去看的，是尖峰时段还是平常都没有什么车下班的时候整个一个慈文路左右转慈光街塞成一团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我想你们的评估报告实在是令我们市民来很失望了我想很多议员的一个意见都非常的宝贵这个生活圈道路这个7亿8也是只有做一个我们的大圆那个部分我想在一个龙泉5街6街的打通可以疏解掉龙翔街整个这个大楼林立可以到我们的龙寿街主要道路来做一个连通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评估跟考量还有本席一直在强调的这当然涉及到区地机关，就是你们公务局，还有我们的前置的我们的都发局愿不愿意提出一个个案的一个报告检讨，来针对玉山街这个部分局部来做一个拓宽我想这个瓶颈造成我们市民非常大的交通上还有生活上以及安全上的一个困扰我想这个部分你们区地机关一定要跟我们的都发局来好好的去研究，好不好？好，我想初期在9月30号，我想我们的新工处、养工处还有很多单位都已经去会勘过，在7点钟的时候我想只为了签一支电线杆或者2支电线杆，台电评估说供电没有问题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进行？是要我们议员去沟通，还是我们区公所去沟通，还是我们的新工处去沟通这一点请明确去进行我们市民所需要的，好不好？是，好，谢谢。好，谢谢。请问那个39页还没意见？好，谢谢万议员。谢谢主席。请教我们局长是。生活圈的道路在这个我们科研区连外道路到我们交流道，总经费是8亿3000万我们今年度编了5000万，那在明年度要7亿8千万，中央补助我们2亿7000多那在这样的现在到10月底我们现在目前同意被征收的比例有多少？你们因为你们有做调查了吗？对，已经有做调查了。同意的部分从这如果用这8亿3来讲，已经有2亿4千万的同意量了，已经有2亿多的同意量了。对。那接着，因为这条道路是非常的重要，它是第一个是疏解我们大园交流道办到大园市区这个拥塞的状况，另外一点就是大园国中107年2月份就要搬迁到科研园区。是。那科研区呢，整个没有一个连外道路，将来的话在整个交通更拥挤，造成对学生的上下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那在这里有2亿多了，那剩下后续的是不是你们在这边可以加紧脚步？可以因为在整个这个预算上大家都非常的支持给你通过，那你通过是那整个
啊，征收你要办理快一点，是，哦，把那个办理的赶快扩建，哦，不要影响到大营国中搬迁了以后，影响我们学生的家长的出入，还有地方的发展。好，谢谢。39页还没意见，没有通过。好，我们公务局基本部审查完毕，我们接下来是养护工程处。养护工程处的预算一样是在公务局这一本哈，是在19-02-16页。19-02-16页，养护工程处。养护工程处的第一笔预算，我再念一次，在19-02-16页，同一本，公务局的是同一本预算书。19-02-16页。养护工程处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1,640,300元，页次16-20页，共5页。我们从16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好，接下来我们审查那个公务局的养工处，针对第16页19-02-16，有没有意见？谢张文议员，请发言。好，那个谢谢主席哈。那个公务局长跟那个养护工程处那个刘处长哈。那我想呢，其实哈，我们这个道路的这个养护工程哈，牵扯到这个就是路平专案。那这个路平的这个部分呢，我想一向是哈民众对于市政府哈就是施政满意度哈，其实有时候常常最诟病的一个项目啊。那我觉得就是我们预算的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去落实的去做执行。可是呢，那个局长，因为你新到那个桃园市政府来服务啊，那我希望在你这个任内哈，能够解决哈我们养护工程处哈人力严重不足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做了一份资料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现在呢桃园市啊道路养护的这个面积是1,717万平方米啊，那我们的这个人力呢，全部加起来是80个人，那平均每一个人维管的这个就是面积呢是21万5千万平方米哈，那这个台北市呢，他们是这个2,200万平方米，但是他们的人力啊是我们的6.7倍，有536万人啊。平均每一个人维管的这个面积大概是4.1万平方米。那新北市呢，他们的这个养护面积啊是1,276，但是他们的这个人力呢是我们的2倍多，有168人。那他们每一个人平均维管的这个面积啊，大概只有7.6万平方米啊。那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人力不足的这个状况之下，那我们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希望哈，尤其现在这个很多公务员啊，那个其实哈，身体上面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业务量让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又要把事情做得好，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哈，局长哈，能够针对哈我们养护工程处人力不足、严重不足的这个状况哈，去做一些改善，好不好？好，这个那个在总咨询的时候，市长也要我们公务局针对道路的养护，还有区公所的养护整体，人力的比例，进行评估，然后再到府里面做一个专案检讨，这我们会进行。好，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提出一些那个专案报告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在做这个计划的这个改善吗？已经算好了，算了。处长，你可以回答吗？我们大概到府里面。我们内部是已经有一个草案哈，那现在是要往府里面去提报哈，那大概年底以前好不好？这大概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好，是好，那个谢谢那个局长跟处长啊，那我希望你们就是在预算充足、人力充足。谢谢谢言。
黄婉如还言，请发言。那个处长，这个去年哦，今年你们的这个执行率哦，道路养护管理的执行率是24.75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执行率这么低，而且路评呐、啊、也是市长的这个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个问题是到底是出在哪里？养工处。包一座，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在整个发包的策略，我们到今年是真的是比较慢了。到六月以后，新我们局长来以后，然后我们在针对发包的策略去做一个定案。那所以说在前半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很多时间的部分在针对为如何发包的部分在做探讨。那这个部分在整个后半年里面，我们已经加强了这个执行的速率。好，那您的意见很宝贵，我也能够接受。是因为发包的策略跟我们局长的工作条件哦，跟的工作的态度哦，这个是今年六月份局长来了以后才进行一些道路养护工程的发包，对不对？那前半年你们都在做什么？前半年。哦，一座，那个前半年的部分是针对去年有一些工程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之前的那些，就是在执行去年的保留款的部分，是不是？包一座，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工程。那我们因为处理，部长啊，你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会把你赶出去啊，啊，对不对？你今年执行去年的保留款的部分。然后今年的执行率这么差，是不是啊？然后再这样往后推，明年就执行后年的预算，不是，明年就执行今年的保留预算，是不是？包一座，那个去您刚才所讲的是因为领导人的关系我能够接受，对不对啊？那你再这样讲的话，那等于是你们以后审查预算永远都是摆第一啊，是不是啊？我们会努力的，尽量。处长，我很感谢你啦，每天早上给我 morning call 啦，我很高兴啦，哦，啊，也希望哦，你能够哦，加强你的这个业务，能够让你们的这个，能够让你们的这个预算哦的执行率能够提升，是，好不好？是，哈，那个局长，对，你要加油哦，是，真的，你看养护工程课24点多。执行率只有24点多，是不是？我们到，而且这也是大家民生所碰得到的、所感触得到的，是不是？给市长的这个的业绩打了叉叉了。对，我们努力执行到年底，应该还会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好，谢谢。针对第十六还没有意见？没有。蔡永芳，蔡爷，太偏野了。谢谢哈。首席高官，那个局长，你现在是山区嘛哈？你养护工程的部分哈，你有几个我们第一线的人员在执行？包一座，现在整个工程队的部分是18个人。18个人。是。那业务承办呢？就是包含业务承办的部分，就是整个工程队的部分。就我知道，好像你们业务承办好像有跨两区嘛，是吧？是。那跨两区，它会不会业务量？因为这一个区域范围就很大了，跨两区，为工程输未到位，看未到位，基本上人力上好像不足是吗？是不是人力不足？人力不足，养工处确实人力不足。因为养工处做的工作就是最直接要去看嘛，要去现场看嘛。结果你这么好，跟那干落的走来走去安尼，对不对？那工程都无法落实的去看，这跟品质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不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说在明年度怎么样哈，再多编几个人力哈，落实确实的去把这个工程养护工程的这些工作把它看清楚。有啦，那个蔡阳跟报告，就最近哈，已经有补一些约聘雇的人力哈，那明年啊，我们也会有一些驻点厂商的人力也可以协助哈，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力的争取，现在正在检讨当中。那约聘雇的人力哈，这个专才的部分呢，真的要比较落实一点了，因为毕竟这个工程人员哈，请他来这边巡马路哈，本科系毕业，请他巡马路，其实也太委屈了。
但是我们就欠这方面的专业了。是。那所以说这个训练方面哈，跟所谓的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哈，真的哈要分配好，莫是搞这人家囡仔抓了了。是。好不好？哦，今嘛稳定啊啦，今嘛人还很少离开了。好了，谢谢你哈。好，谢谢，请那个叶明叶议员请发言。那个局长，我想养工处的这个工作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这个老百姓就直接就接触到的，因为你是养护嘛，对不对？是。那个坏掉了啦，或者是说要整理的，就是老百姓直接接触的。那这部分的工作，当然啊，我想这部分工作啊，专业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发包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哈，监造单位是不是也很重要？是不是这样子？是，都重要，都重要，都很重要嘛。最重要是施工的厂商，他是三级品管的第一级品管，自己要吧。我想哈，这个工程啊，第一个就是关系到你们的这个这个效率，对不对哈？如果因为我拿西园路来讲好了哈，这个工程啊，从其实只有短短不到800公尺的一个养护的工程啊。结果可以做了一年多，那中间呢，监造出了好几次的问题呀、啊。这个监造哪有那个什么土方计算错误，连续错两次的，这个也太离谱了吧？这种监造单位，你还可以再用吗？这是不是很离谱？有那个土方计算错误，计算连续错两次，第一次算错也就算了，第二次又再算错，就因为算错，你土方没有地方放，就必须把工程搁置。就短短800公尺，我看整整做了一年多啊！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绿美化的这个工程，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大家都期待。20几年没有整修的这个一个人行步道，这个是示范道路，结果呢，是因为工程延宕，然后导致人家出入不方便。那就我希望这种情形啊，不要再发生了，好不好？谢谢。好，这是最直接的。我知道养工处处长非常认真，每天都在不断的在底下招总啊，但是呢，你只能招总，没得啊。你要所有的人一起分工合作，大家齐心努力才有用啊。光是你一个人很认真在努力打拼，但是其他人你带不动啊，其他下骹人你带袂叮当啊，带不动的话，自然你工作效率就没有啦。那不是做北料钢吗？我想这个部分啊，专业人才很重要哈、啊。这个发包的过程也很重要啊，那个厂商的筛选也很重要，希望能够特别注重这一点，好不好？是。啊，谢谢。好，谢谢。针对第16页，各位议员还没有同什么意见？没有通过。第17页有没有意见？没有通过。第18页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19页，没有通过。20页，准备见。有没有？没有，好。罗明成卢议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还是科长啊？对不起啊，处长，还局长。你们这次在这个机械与设备啊，因为是新编的嘛哈，包括挖土机、推土机、卡车跟。高空作业车哈，你们是要成立一个什么车队？特种车队的、欸？成立一个给大队用吗？一个分队哈，现在分队是要做什么？功能是？它的功能就是这紧急抢修，紧急抢修了。紧急抢修是防灾的时候，特别是防灾的时候哈，或者说半夜有紧急的时候，像有时候一个路灯倒掉或者一棵路树倒掉，有时候找厂商啊。太久了哈，那另外就是说资源到有像动员资源到比较山区啊去抢灾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帮忙，而且在别的县市哦，养工处都会有一些外面的分队，这对于他们的驻点和管理是比较能。说你要成立一个分队，那这个分队的话，因为像这些有一些特种车辆的话，要特殊的驾照，你是要直接。运用进驻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来开，是不是？你现在的概念是我们自己员工来开，是委外找驾驶？是，禁用那个约聘雇的人员，然后我们会让他去受训，拿到执照，拿到证照。所以说，等于说是自己的员工是来看这一台车，对，就不是在委外，这是分队的概念。
哦，分队的概念。那你现在这样的这个分队，那你要好好的分工哦，因为平常可能没事哦。对，平常没事的约聘雇，我看到你因为今年增加了5个约聘雇啊。我不再重复了，就好好去找你们要的人呐、啊，哦，那增加了12个那个职员呐、啊，不要去分配啦，你不要都分配到办公室，像你现在今年从68个人变成95个人哈、哦，对不起啊，总共85个增加了17个人，你这个人真的要好好的去分配，好不好？那这种特种车辆要注意安全了、啊，谢谢谢谢。好，谢谢。针对第21还没意见。没有，通过。好，谢谢林淑仪。那个局长，我这边个人是觉得有点疑惑了哈，因为你这里你说要成立一个分队啊、哦，然后呢，这里总共预计这个分队要多少人？哈，这分队就5个吗？你们有新？六个，好，你这个分队有6个人，然后6个人呢，我看到你的预算啊、哦，你大概都有6万多块嘛，那个薪资，5万多块，5万多块跟4万多块钱嘛，对不对？然后你要操作的业务是挖土机、推土机，这个挖土机跟推土机哦，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技能哎，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完全身手哦。然后上个几堂课受训啊、哦、就可以的。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这样做、哦，你可能是让这些约聘雇人员呢、哦，去这个置他于危险的境地啊、哦，而且造成他自己本身危险，可能也会造成周边的人的危险。因为你这个5万多块钱的预算哈、哦，这个绝对不可能请得到他专业挖土机的那个。师傅、哦、我们说有这种证照的人绝对请不到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用这种完全没经验的，然后用受训的方式，然后要他来做这个挖土机跟推土机哦，我担心对，受完训可能人就跑了，你知道，因为你真的叫他上路、啊、他不敢上路啊。然后我更担心是你到时候采购，你请了人那就算了，我担心是你采购啊，你光是这些挖土机、推土机哦，你这个经费哦。也几千也1000多万嘛，对不对？你这个到时候机器可能就停在那里啊、哦，风吹日晒雨淋哎，没有人敢开。那我反而觉得哦，你的利益很好啦，因为是这个紧急抢修工程或者突发状况要去做。但是我们认为像现在这样的这种，它是预防万一的工作哦，而且的可能它执行。任务的这个次数也不高哦，我倒觉得你反而是跟某几家哦签这个合约哦，可能会比你啊、哦、养一群人在这里，再养一堆车在这里，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啊、哦，没有人敢上车啊，开车，然后或者是开车上去啊，险象环生，我们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啊、哦，我不乐见呐、啊。你知道吗、啊、我反而觉得、哦、真的是你委由专业团队、嗯、然后跟他们签契约，你而且是多几家嘛签契约，我觉得会比你哦，这个你又要吃鸡蛋，你不一定自己要养鸡啊，你知道吗？你直接去外面买专业的农场买就好了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们看太多哈、哦、这个新手开挖土机推土机是非常危险。好，谢谢苏议员。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徐万议员请发言。感谢主席。针对21页这边编列的这些设备费用，挖土机、推土机啦，哈，卡车这个哈，总还有高空作业车、电动汽车、重型汽车，局长。真的，你在刚才你所报告的哈，这些要在紧急救难的时候要调派出来使用。我跟你讲，你真正的调派在整个重灾期的时候，或是说台风来临的时候，灾害产生的时候，根本你那个调动不走啊，调动不出来啊。好，那你这是一步而已，那你到时候全部都是要的时候，你要调动到哪里？第一个，再来平时的时候，你这些车辆。那又要调派到哪里去？
一机械的东西，不是像我们一般在你工厂里面或者在办公室里面，你这些机械呢，你一段时间没有使用的时候，等一下零件就故障就卡住，到时候真正你要抢救灾害的时候呢，你派不上用场，你派不上用场，你不是把编列这么多的经费呢，倒不是好好的去规划，跟民间的一些救难一个团体，或是一些这个厂商，如何来跟他们做协助？我举个例子，很多的这个早期的清洁队，编列在乡镇施工所的，有时候为了要编列那个沟泥车，清水沟啊，停个沟泥车，为了编列而编列，为了要买而买，结果呢，一年当中使用不到几次。第一个，操作人员不熟，虽然他们也有训练，操作人员不熟。第二个，碍于装备，有时候车子要排出去，结果故障了，因为车子不是天天在用的，你那这挖土机、推土机啊，或卡车、货车都一样啊，这都是平常就要在使用，平常就要专人在保管、在维护。那你这样的等于要救灾才使用，那一年当中，当你真的正在要救灾的时候，都可能那个整个零那个机械故障了、啊。所以说我动议把这些全部搁置。徐委员，跟你报告啊，就是说刚才您提到原来。好，那个徐循环议员，那个你是要提四笔搁置是不是？四个案子，挖土机、推土机，还有总共四笔嘛？你看其他议员有意见？将近，好，针对这四笔预算，其他议员有没有意见？林正峰议员。局长，我不是反对你买这些设备的，但是真的讲，你这样买设备固定地点，那我请教你，我请家用就是司机，如果司机住在大溪，我会在发生事件，他来回要多少时间？那时效上赶不上嘛，对不？你发生灾害地点不一定在哪里啊，这个哈、哦，你的员工住哪里也不一定啊。这个也，我们委外的厂商也有这样的问题。委外你可以分期委外啊，分期委外也有一样，你刚才这样分期委外，比如说我大眼一个大溪一个龟山一个，啊你大眼花龟山又到叫大眼的委外厂商嘛，很近嘛，时间很快嘛，对不？你这样反而耽误救灾时间，你知道吗？我不是反对哦，你要给我解释你要怎么去弥补这个缺失啊？我们这个是补他们的不足了，好，就说如果有一个我知道了，你的用意我知道，我不反对你设立，你要办法给我，你这人要他请。有专业不？有技术不？不是这样子而已呢，对不对？那问题很多呢。直接搁置吗？啊，你这车买了，人爱钱，车保养费，还佫起床五来囥这车呢，一年用无三摆呢，对不？啊，除非你跟水务局配合说，哦、我有去平常可以来清河川，那我支持你啊，对不？我们清河川委外啊，你用的是去清 K 啊，对不对？那个吴局长啊，我建议来对不？你的设备
你不用平常可以用到别的集数去我支持嘛。你就千 K 的经费一年几亿的，对不？你就买三部来签国专就好了啊。我跟议员报告了，因为这个是参考其他五都，那整个养工处他成立的一个状况，他希望有一个临时的一个机动人力，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到达了。我是不反对，我是建议说，是不是可能的话，这是新编的一个业务啦，是不是能够给他支持哦，让他试做一下。你人要哪用？还有专业不专业？一定请专业的人来用啊！我五万块要请一个人，请袂到嘞，请袂到嘞，啊，一年用无三摆啊！这黄局长有考量过了，他确实有考量过。这个因为在其他的县市也都有这样的分队，好，这刚才大家都认为养护工程处的工作对养护和抢灾很有必要性。那其他的县，他的组织要让他扩大。我知道我不反对你的设置嘛，那你给我解释说应该怎么去雇用，啊，紧急情况怎么去应变嘛？你时效上赶不上嘛？做法报告给你。像我们单位乡长，我知道啊，这个村灾那个村灾来不及啊，啊，你用特约厂商效率比较高啦，时间也缩短嘛，研究一下好不好？我不反对你先搁置，解释清楚我们再给你通过好不好？好，谢谢。各位议员针对这四笔预算。各自有没有反对？有何？吴议员，请发言。局长，你的业务，你必须要充分的了解。向各议员报告的时候。你也说的详细一点，我想你把各位议员的方向给带错。你成立这一个分队，你说要救难，有十三区啊，你一个分队怎么去救难？你是养护工程的，你平常你就要用的东西，你为什么让这些议员误以为说你是在抢灾，你是在救难的？这样子议员没有办法去认同你我们市政府成立这个救难队的呢，所以说你的业务你要充分说明。我平常我这些人员我建制了以后，这些居具我购买了以后，我平常的养护工作我必须做什么，做一个充分的向我们市议会来说明，这样你才有办法取得这些市议员我们的同仁的支持嘛，好不好？你把它解说清楚好不好？那议员，谢谢你给我这个说明的机会哦。我们成立这分队，就是因为我们道路的维护，它有很多现在几乎都是委外，那有很多事情都牵制于别人。那有一些小的规模、小的案件，我们可以自己主动去，自己来嘛，机动性嘛。对，增加我们的机动性。当然，救灾的时候，它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投入救灾，但是因为多方向，因为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没办法说像台北市有六个分队，每个分队管两个区，那我现在就先成立一个，慢慢开始，先开始嘛，让它火苗它长起来以后，慢慢的哈就可以把业务把它理清弄清楚了，因为现在一开始，我就以抢紧急不是去救灾，紧急比如说晚上有个路灯倒下来。好，或者有一棵树倒掉，一个社区里面树倒掉，我们去协助把它掉一掉。好，哪边的水沟瘫掉，我们去给它挖通。好，这样子，好，现在是比较界定在紧急的，但是维护的工作慢慢的会分配给大家，因为像组织刚在调整哦，成长也没办法。像在以前在台北，他是用专业技工，那些技工他会来，虽然一个月领三万多，但是他拥有一些。公务人员的福利啊，哦，教育补助、津贴等等、公保等等，所以他会愿意来，哦，他也愿意学，然后从学中做，做中学领的证照都有，哦，所以我才想说，我们必须要养护工作，大家都认为重要，但是组织只有办公人员哦是不够的，要有一些机动人员。局长，我们台湾是不是首开先例啦？不是，别的市已经也有成立了那么多分队啦。你这个时间给大家拜托。好，谢谢。
那个我们是针对第二十页的这四笔预算的一个搁置案哈，请那个充分请那个议员充分发言。我先请那个黄建平黄议员。停止这个提出停止讨论动议，不要浪费时间了，搁置就搁置。好。刚才没意见？没有，这四笔预算就搁置了啊。好，针对二十页的部分，各位还没意见？没有，通过。好，接下来。公务业务道路养护管理工作预算金额5亿8136万9000元，页次21到24页，共四页，我们从21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好，请问21页有没有意见？李波凡李议员。没有，好，通过。第22页有没有意见？李波凡李议员。局长，我想就教于您啊，因为这个我这边看到您对的公园的养护的部分哈、啊，有编一笔是一个是6000万，一个是2000万哈、啊，那一个是一个养护，一个是更新的部分哈、啊。那我们全市到底目前有多少个公园？573个公园，但是，养工处养护的是五大园区的，五大园区就是中路、经国、草大，五大园区的那个里面的公园绿地而已。好，其他的是给区公所维护管理。是，那我想啊，因为有一些我们必须以大溪为例啊。大溪区公所本身它的一个整个财政经费是有限的哈，但是大溪区公所要养护整个大溪的所有公园啊，事实上经费上也是严重不足。那么公园又是我们地方发展啊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民众休闲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哈、啊，所以不管是公园的设施，不管是包含的运动，包含的儿童的游戏的部分啊，以及公园的美化的部分啊，事实上都是非常在升格之后啊，这公园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我们在升格之后公园的一个改变哈。我不知道局长您对这未来整个桃园市所有的公园哈，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想法？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变？那么预算这样的编列数费用够吗？这边这个预算是五大园区里面的。刚才您提到其他的，如果有其他的是区公所在维管，如果有新设更新哈，这由我们公务局的警防科哈，刚才有。讨论很久，就是大概有1亿多的预算哈、哦，会去进行，啊、哦，这是第一个报告。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公园哈、哦，有很多是社区公园，也不没有办法赋予它一个主题性啊。如果一个大规模一点的公园哈、哦，我们可以赋予它主题哈、哦，像这个公园它是像我们平镇现在在开辟的大一点规模的公园，就是有。运动休闲为主题的公园，那个局长，我想我们大溪的埔顶公园哦，埔顶公园它规模应该够吧？够，所以我们已经有在对埔顶公园有在进行整个的规划哈。那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给赋予它一个主题的。好，局长，我想啊，这个刚才已经提到升格之后啊，公园的改变是我们市政非常重要的一块哈，所以希望你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请陈美美议员发言，谢谢。干湿物费的人行天桥的地下道的那个评估拆迁，哈，这明年度是已经有规划哪几条路线吗？明年是我记得有两条。龙狮路桥。不好意思，那个针对整个人行路桥拆迁的部分，哈，那现在有一个路桥本来是在就是建议以后，然后去会勘过哈。那这目前来讲，龙狮路桥的部分已经在试封闭。那试封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民众在反映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再做一个考量。那我们当时编的时候是以这个路桥为执行标的。那目前我们已经在试封闭，大概到11月15号左右。这个已经确定
包一座，他就是要四封闭这一段时间，然后透过这一个四封闭的情况，然后他基本的行人动线现在目前都在平面行穿的部分都有人在走。那这个透过这个观察以后，那如果说当地的民众还是有个反应的情况之下，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会，我们会再办一个会刊，然后去做一个确认。因为哈，我们像我们春日路啊哈，就是。之前你们应该也有去会刊哈，这汴州里的哈，这边哈，跟龟山交界哈，有一个人行路桥哈，这个部分有规划在里面吗？春日前这个月，包一座那个，春日路的部分是在靠近国道一号下来那个地方，那个路桥是在这个月底开始要去拆除，那龟山那个路桥。我们这个都是就是针对各区公所提过来的部分，那我们都一一走过。那目前来讲，整个标的的部分有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春日路桥的部分是在这个月底会动工，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台十五跟台六六那个也会在这个月底开始动工，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龙潭的明治地下道的部分也现在在试封闭当中。好，那个会后可以把详细的资料再提供。好，谢谢。好，谢谢，请谢张文先言发言。好，谢谢主席。那个公务局黄局长哈，那个我想有关于22页啊，我们今年那个明年预备编1亿9400万哈，做那个人行环境的这个改善哈。是。那我想我在总咨询的时候已经提过了，但是我这边呢还是要再次的做提醒哈。我想有关于这个人行环境的这个评比啊，在我们升格成为六都之后，连续两年啊。都被评在六都里面被评比哈，那个敬陪末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丢脸的这个成绩。那所以呢，我在这边就建议哈，你这个预算我们不会删除你，因为你比105年度又增加了那个9400万嘛，对不对？对。那所以呢，我就希望呢，你针对我们现在桃园市所有的这个道路呢，有人行道的这个部分呢，去全面做一个这个盘点啊，这第一个。那盘点之后呢，其实大概会有两个面向呢，你要去做努力的这个执行，就是新设的这个道路，如果有这个要设置这个变电箱、消防栓、候车亭，那么或者是电杆要在这个人行道上面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去做严审新设的这个部分，你要去做严格的这个审查。第一个呢，必须要把那个人行道的这个净宽的这个部分。至少要符合现在新的这个法律规定，要有一点五米的这个净宽嘛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旧有的人行道要去做这个改善的这个部分呢，针对设置不当的这个就是消防栓、电杆，然后变电箱和候车亭的这个部分呢，那我希望呢你赶快啊、哦、有一些一致的计划呢能够提出来啊。那我们希望这个预算给你通过了以后呢。至少在明年，内政部营建署在做这个全国啊全国各县市那个所谓的道路养护工程的部分，以及人行环境的这个评鉴考察这个结果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好成绩的一个表现啊，否则的话，我们议会里面哈、啊、来帮我们这个公务局做这样一个预算的这个背书啊，那你真的讲实在的。我们真的也对不起我们所有的这个乡亲了，好不好？所以局长哈、啊，任重道远哈、啊，那个养护工程处哈、啊，那个刘处长，拜托了，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那个苏翠玲苏议员，请发言，谢谢。那个局长，你们有那个人本的这个人行道的这样的计划啊、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其实已经起步非常晚了。如果跟台北市比啊，尤其你从台北市过来，你应该可以感受得特别的强烈啊。那所以呢，有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啊，其实碍于这个道路的幅度啊，它的那个路幅啊，路幅不够，所以你要做人行步道，其实是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性啦。那但是我们也认为啊，正因为如此啊，才更凸显出是非常需求的。好，那我们在这建议就是说，当然现阶段有很多的道路它是有机车道跟汽车道，那未来你若要做这个这个人行道的话，是不是把人行道优先来做处理，然后这个原来的汽车道就变成混合车道哈、哦、来这样做使用。那但是呢又有一个
道路的限制啊，所以你要用虚拟分隔还是实体分隔，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虚拟分隔的话，我想可能很多的道路都只能够做虚拟分隔啊。那你若做虚拟分隔的话啊，在道路安全、交通安全上面的这个设计跟维护啊，就特别的重要。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希望啊，这个养工处在做设计的时候，能够特别的在跟交通局啊能够做一个讨论啊，务必啊，我们希望能够赶快的建制，那但是它的建制之后的安全性跟使用性啊要非常的好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举例子，以龙岗圆环来说，还有呢龙南路355巷来说，其实我们早就会勘了。早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们啊，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它道路这个要虚拟分隔，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人行道我们要重新设置，因为原来太窄，然后目标不够显著，车流量太快，所以必须要做修正。然后包括像龙南路355巷的人行道上那个变电箱就在马路中间，我们一直早就要求，一开始就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然后要求要赶快改善。可是呢，当时得到的答案都说因为还没有验收，要等到验收完才能够再重新做，对不对？现在龙南路355巷的状况一样嘛，对不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验收期程啊能不能够快一点？你光做好了等验收等3个月，你知道在这3个月当中，你知道我们要受到多少的责难，然后老百姓他看到的东西已经在那个地方，问题在那儿，然后你一直没解决。所以啊，这个我跟你报告，第一个以后我们会改进，在做工程的时候就把它设好，这是第二。第二个，当然，这个不涉及验收，这可以先部分验收，马上就可以改。可是你们，你看我们会看的时候都，你们的讲法都是因为要验收嘛，所以要等验收完才能够再重新做。部分勘验就可以。OK， 所以现在问题点出来了，好，我希望在第一阶段。好，谢谢，所以那个。接下来请那个徐秋万徐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局长，因为 LED 哈，整个我们的路灯太换，现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马路现在都更改为 LED， 哇，非常的亮，哦，百姓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欢喜哈，真的是对道路是非常赞哈。但是我在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求了，你们确实要负起督导的责任。这笔预算呢，今年度你们要分整个5年的编列预算，那今年也编列1350。这个是跟你议员报告，这个比如说是总共要2亿2，中央补助1亿7，他要求5000万，我们以后要分年编列。对，我现在跟你讲，我们就因为大家没有跟你上的意思，是现在是要你负起督导责任，不要呢要求你要切实报上呢，在装设路灯的时候，那个现在 LED。他现在这整个是面比较大，对，你可以看，起码风吹了去了，围歪起来，哦，因为围了一根歪啊。那你现在 LED 的这个路灯呢，你这样歪斜了以后，造成呢侧面，哦，照着直接照侧面呢，开车、行车非常的亮刺眼，哦，怎么样刺眼？哦，而且哦，另外一面呢，你看你的侧面另外一面要黑暗的，所以说第一个，你呢确实。一定要牢固，再来就是你汰换旧的这个路灯呢，不要随意丢弃在整个农田跟我们的路边。有这个上次这个拍照给你们的，点收了。哦，这个上次拍照给你们的。拆下要点收它的那个量。对，所以说你们在发包过程一定确实要去先善尽，你们要督导这个责任啊。是。哦，这个上次民众投诉的，我也把那个照片都给你们了。有都给你们了。好，而且现在很多歪斜的。很多歪斜的，我们会调整啊，前后对照的照片都会把它拍下来。好，这个确实要做好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那个黄婉如黄议员。本市计程道路用地取得补偿费，这个是有针对是哪一条路？没有，没有。这是笼统就整个桃园市计程道路，好用招标的方式往下标，好，比如说。假设哈，我们的底价是公告限值的50%哈，他就往下标，他愿意用几成，越低的优先得。局长啊，我想哦，这个明眼哦，不说瞎话了。你这1000万的话，我想一条路可能都补偿，都征收不到，所以这笔预算是
针对着哪一条路？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你可以可以看104年的决标方式，105年，今年也9×9，大概。那你这1000万可以做多少呢？几笔？我请杨公署报告一下，大概几笔哦？那这是真，就是说，他们然后是怎么样的条件？就是怎么样，主席啊，这笔预算搁置。我是认为说，你1000万哦，你能够做，你1000万你能够补偿多少的计程道路？这我们可以提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告诉你，这绝对是有对哪一条路没有量身定做，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今天我不反对你征收，但是你要，但是你要说清楚。可以，我们可以提供历年来调办的资料给你。另外啊，还有你这个，还有你们 LED 的更的这个灯的更换啊，事后的维护，我们议会前面这条三民路，晚上就是暗蒙蒙，你们连路牌都改成 LED 的灯，我们维护，然后到晚上就没有，晚上全部坏了，也没有路灯，这是空锁的，空锁，对不对？那以后品质是不是都是像？我们议会前面这条三民路这个样子，这个议会前面这个我们，因为你有 LED 的这个设施的那个灯的设备，你一定在其他的光亮度应该会减少了，对不对？现在整排坏了，晚上都暗蒙蒙的，是不是？以后你们这些的这个预算的实行，是不是也是跟这个一样，坏了没办法修？不会，不会，不会。啊，不会，包一座，我补充一下了。这个那目前这些坏的，是不是也是要你们？包一座，这个坏的部分，目前来讲，我会协调公所赶快去处理哈。那因为我们这个六个行政区的这个行政落入计划的是六个行政区的部分，那是不包含桃园的部分。那整个设计的规定的部分，它这我未来是每一年编这个1350万，我必须要透过两个公证单位。针对它的灰度的部分，还有照度的衰减的部分，达到一个定度，然后还有它维护。我跟你讲啦，先把之前呐、做的这个，以前桃园市公所做的这些的那个 LED 灯不亮的部分，先给它修好了，可以吗？啊，我已经讲过好久了。好，针对那个1000万个字案，彭婉如议员所提案的，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各自应该没意见吧？要说有没有反对？有没有反对各自？没有。好，各自。接下来请那个李光达李议员补充啊。等一下好，那个，请那个李光达谢谢主席好吗？好，他第一那个0303公共设施建设的设施费哈，我想局长坐一下好不好？我们想认真的刘处长哈回答我，你请坐一下了哈。那个处长，刘处长，你知道我们桃园区哈，我们的行政区里面哈有几种的人行道的地砖，你知道吗？人行道的部分。千奇百种哈，因为5月16号、26号是本席的总咨询时间哦，本来是要提到这个区块，我拍了很多种照片呐哈。我想这个部分哈，我想在我们现在既然升格哈，要回到都市美学哈，当然我们也不是共产国家，要只用一种形态的地砖哈。我想我更担心哦，从两个面向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说哈长期以来有很多老旧的人行道哈，有些断料了哈，已经断料，没有同样一个地砖哦，所以刚才大有沟哈，缝缝补补哈，有没有这种现象？包一座这个部分在我们今年的清查里面其实针对171万平方的人行道面积里面，我们都已经清查完了哈。那这个情况是真的很多。本席至少拍了10几种哈，我想你去看哈，在大有路跟大兴路，就是那个金悦饭店对面衔接的一个转角处哈，两个转角哈是不同的一个地砖哈，同时也发生在我们的大兴西路二段跟中正路现在很多豪宅建案哈转角的地方哈，这个。形成一个非常的不对称与协调，而且还有破损的一个现象哈。我想今天站在安全性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刚刚谢议员也接触到这个人行环境哈，为什么会敬陪莫做哈？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哦，绝对是有所本的哈。我想对孕妇、对婴儿车、对老人家哈，还有对这些身障人士的轮椅哦，
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不友善哦。我想特别再举出哦，我们大新西路二段哦，以前吕秀莲县长时代哈所维护啊，所重新再施作过的地砖哦，黄色的那一种哦，包括现在没看靠里啊哈。我想这个部分哦，是不是要来加强一下？因为你今年多了9700万哦，要用在我们的啊大家看得到、能够感受到的一个地方，而且那边的公民的素质哈啊非常的一个高。当然不是只有那边要去做，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做哦。我想断料的问题哦，你们在公开招标哦，未来要确保说局部的损坏、局部的损坏的部分，要如何去备料来去补料，这样可不可以？包一座可以，好，就是我们尽量找同样材质的、同样色系的。去年刚完工的哈，我不晓得是公务局啊，我们养工处还是区公所啊来发包的哈，在我们中正路啊大新西路的转角处哈，也就是远传前面哈，多跑后年哈，它已经翘起来了哈，我不晓得这怎么验收的哈，我想在这个公共品质的部分的一个验收哈，也要来做一个落实跟加强，好不好？是，好，我想很多种的地砖哦，你也可以看，足精彩啦哈。我想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笑了哈。啊，这个破损的部分哦，也你们主动寻找积极来维护，谢谢。好，谢谢啊，我先征求大家的意见，因为快过几分钟就12点了哈，是不是？养工处审完，还是说继续在校在审？怎么样？到12点，到阳光树结束是不是？12点，好，请发言。我们现在还在审22页哈，有没有其他意见？那个黄婉如欢迎。我想哦，游戏规则还是要定了，到12点了，好不好？因为你明天后天或者是下午，对不对？大家万一大家都有争议说，哦，我要公务局通通审完，或是其他单位通通审完，我想这样没有意义的。我们9点很准时，很准时的开会，这也是在全国首创第一名的议会，对不对？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准时12点散会，下午准时2点开会，可以吗？主席啊，这个不用问嘛，我们就依照那个议事规程来走好了哈。因为你要这样，别人等一下说不定也说哦，那我们公务局通通审完，或者是说养工处通通审完，我们就照我们的那个开会的时间嘛。好，那我们就到12点结束哈。然后下午2点的时候再继续审。好，还没意见？对，针对22页。23页没意见。林森峰林议员。你好。请教我们公务局哦，那个人行道改善专案有没有预定路线？目前我们已经有规划出来。龟山也没有。看一下，应该没有吧？没有，我手上没有带到那個。报告刘局长啊，把万寿路纳进去了。好啊，派出所附近的那万寿路二段那了，我派好了，搞好拢无错，啊拢会省道呢。我叫你提出计划出来，送给公务局纳入。是，公务局纳入。没有，他区公所提。送我们纳入，好，好，好，这谢谢。还有那个人行路桥，那个龙狮路桥要拆，我不反对了。是，但是我建议说，等中线捷运规划的时候一并讨论了，好不好？是。你现在不拆掉，规划捷运要规划路桥，还有地下的给我们通行啊。你拆掉以后，它就不会规划了啊。等中线捷运规划后再拆除了。你有压力，我知道了。有立委官说就来到那个路桥嘛，对不对？不是，那个，捷运，捷运来的所有路桥，他要捷运，他做一些延伸，让从捷运站延伸让道路的两侧，这是一个规划。捷运线规划有路桥必须考虑啊，怎么替代方案，对不对？不会因为说我们这一个路桥存在，它就会增加，不是这样的逻辑啊。不是，路桥在，总有人在走，有三个学校在，你知道吗？他们一个大学，一个高中，一个国中小呢，对不对？现在是你们不强迫学生走路桥呢。以前香火所在拆掉一半了，
两边拆掉一半，你知道吗？我知道，对不对？你现在整个拆掉，这就是一个城市的人本嘛，人对、啊、以人为本的，他车要让人啊。对啊，所以我说我不管对拆除，等中央捷运规划的时候，这没有必要再拆除嘛，他会考量整个交通动线呢、啊。那我查一查你归你。这个我们纳入评估了，好不好？好，纳入评估，纳入评估。我不带决议了哈，等中线捷运规划时再行评估拆除了，好不好？好，不带决议啊。我们中午休息时间十二点到哈，然后上午两点准时开会。不带决议有没有通过？不带决议有没有通过啊？哪一个不带决议？他不带什么决议？他就说时间到了。下午两点准时开会。他说十二点，那后再决议，下午再谈。